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上班不要看的呱吉 ，A.K.A. 台北市议员邱威杰啊。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呱吉的周末电视指南的 EP5 哈。其实我通常大概每隔大概我想想看一到二季不一定啦哈。我上一次做其实是春节的时候，然后距离现在大概应该有五六个月的时间了吧。那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介绍一些我最近有在看的，譬如说电视影集啊，然后或者是电影啊、动画啊，或者是漫画哦。甚至于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让我觉得有趣的内容，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个长假当中也可以用它来消磨时间。那今天的内容呢，稍微有一点点特别的地方是，我还会另外播出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在台湾如何去看足球。这个足球比赛可能包含了像是大家可能会知道11月在卡达举办的世界杯，同一时间呢，还有可能即将要举行的一些国际赛事，而台湾并没有缺席的部分。那我想这些东西呢，非常的有趣，因为我请到一些专家来到现场，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中间，我会邀请他到现场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台湾的足球的状况。那这算是我这一次呢在做周末电视指南呢，非常非常算是一个特别的尝试啊，所以希望各位观众可以跟我一起来进行这个小小的冒险。哎，怎么啦？有点声音有点爆，是不是？声音是有一点爆吗？这样可以吗？这样有好一点吗？可以吗？好，因为我刚刚现在留了一点距离，可能是 game 有调得太高了，没关系啊，这个不是重点了。那反正今天呢，就请大家一起来跟我进行接下来可能一到两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小小的冒险活动。那在今天的一开始呢， 我想要分享一个最近我生活当中遇到一件非常有趣的无聊小事。这个无聊小事算是我们每一次直播开场一定都有的惯例。这个无聊的小事呢，就是我最近其实连续几集都有在介绍，常常会有一些民众来对我做这个市民的陈情的时候，他陈情的内容都五花八门，各种这种千奇百怪。那最近这一周呢，其实正好发生了，就是安倍晋三，就是日本的前首相，那他因为遇到了这个算是因为有人枪杀刺杀的情况下，然后身亡的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那这个不幸的事件呢，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而是在于发生了这个不幸事件之后，有一个民众，有一个中年妇女，她突然之间传了文字的讯息，希望我们做一些服务。这个服务内容是她的文字叙述大概是像这样，她说，根据她的观察，她发现哦，安倍晋三在被刺杀之后，他的亡魂仍然在日本，就是他被刺杀的街头四处的游荡。她觉得这个状况非常的不好。他说他觉得日本并没有招魂的习惯，那他觉得他显然就是这个安倍晋三呢，他还无处可去。他希望我可以转达这个消息给有利人士，也许是驻日本的大使，那也许呢是一些可能中央部会的首长，希望让他们去赶快处理安倍晋三的亡魂问题。然后而且不只是这样，他不可能文字上写一写，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觉得我们一定要就是去处理这个问题嘛，但没想到他还打电话来，真的是非常恳切。他讲话，根据我的这个助理表示，就是说他讲话的时候，你完全不会觉得他有任何可能需要帮助或是比较异常的地方。他完全是非常诚恳的讲出他个人的观察，就是安倍晋三仍然在街头游荡当中，希望我们赶快去帮忙处理，然后联络有利人士，然后呢安排这个招魂的事宜。他还详细的把这些相关的这个招魂的过程可能告诉我们说到底要怎么做。那当然我们也许他讲的话也，我是讲民间信仰这件事情呢，我们是抱持非常尊重的态度，所以也可能真的有这一回事。但是很可惜，就是因为这实在是不是我们办公室的专业，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我们是爱莫能助了。但因为这一件事情的关系，那我们正好就想到了一件事，就是因为所有的议员办公室呢，每年都有15万的预算可以安排，就是这种那个要怎么讲？那个叫做考察费啦，就是你可以出国去考察。就是之前不是曾经发生过一个新闻事件，就是有什么地方的议员然后出国考察，写了一个妖兽战三个字的报告，然后引起很多人的这个批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一年有15万的费用，可以让我们选择，譬如说我要去日本，我要去北欧，我要去
可是你不能够是去观光，你知道，你一定要写一个 很有意义的一个考察内容。譬如说我要去北欧观察，譬如说他们的这个绿能发展的情况，那我们想看看他们的这个经验如何使用在台湾，然后回来之后你一定要写一些相关的报告，证明就是说你真的不是去观光的，你真的是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我突然间就想，因为过去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基本上所有议员的办公室都没有用到这15万的这个经费，我们办公室也是，但是因为去年的那一个15万齁，因为我们没花到嘛，因为疫情爆发，所以这个预算听说它被保留，今年 就累积下来，所以今年也有15万，所以就是我们办公室现在有30万的考察费用是可以使用的，看我要不要用而已。而我卸任也只剩下大概4、5个月的时间，哇，那这个30万我们到底可以拿来干嘛呢？我突然之间就想，就如果虽然我是对这个事情是真的觉得没有很相信啊，但我把它拿来当做安倍晋三的招魂费用，带一个法师陪我过去，好像也不失为是一个合理的方法。好了，但我只能说，这个安倍晋三事件呢，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意外了哈。那我只能说，这个事情我也只是开开玩笑，我们不太可能真的拿这个预算去做这件事情。只能说，就是这真的不是我们的专业啊。希望各位民众，就是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我相信有台北市有60几个议员，然后全台湾还有这个数百个哦，不同大大小小这个各县市的这些议员呢，他们可能有一些在这个民间信仰，譬如说像严清标、严家了哈，严家他们不是议员哦，他们已经是立委了哈。这个严家他们毕竟跟民间信仰的系统是比较密切的，啊，如果你去请教他们。他们对于，我相信他们对于庆忌跟民间信仰都有很多的了解，所以你去找他们的话，请他们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我相信绝对是比我专业太多。我建议是这样了哈。好，大概以上。好了，那我们今天哈，我们直接要准备进入我们的周末电视指南第一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部分，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最近我看了什么样的电视影集呢？其实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暑假时间，大家可以拿来作为消磨时间之用哈。第一个，我觉得当然是我们一定会提到，就是最近这个《怪奇物语》来到了第四季，哇，这个第四季的内容相当的精彩，大家不用担心，还没有看的人，我没有打算要做任何的爆雷哈。第三季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怎么搞的？前两季这么精彩的内容，到第三季去越做越差，很多人产生的就是那种，哎，是不是后继无力？可是没想到呢，第四季许多剧情上的反转，然后呢，可以感觉得出这一个创作团队的用心。于是很多人就开始觉得说，哎，原来这个影集还是相当的好看，于是又给了他这个更非常高的一个评价。那这一次影集呢，又多出了一些新的角色呢，也给了很多人的好评，不管是在演技上还是角色塑造上，大家都觉得说算是做得非常优秀。那有人在说要调麦克风，有点空灵，所以是有调到什么东西吗？听声音是正常的。好，我现在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我的声音真的很怪吗？有人说 gain 开太高了。电开带太高了，我尽力好吧，我尽力调了，气质空灵，有水管音。嘿，等一下，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摄影机的声音有收进去？确定哈？真的吗？因为很多观众都在讲说声音其实很怪，而且有很多人说声音非常难听。但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这样啊。就是你有没有不小心拉到这一个？我看。我跟你说，你应该就是有弄到，就是这里。
来，现在声音是不是正常了，各位？啊？没有你我要解释一下那个软体它的状况是这样，它如果显示为红灯，就表示它有启动。那刚刚那个写 AV Extreme 的地方呢，是指那个截取卡，截取卡其实就是麦，就是那个摄影机的声音。所以你刚刚其实有把摄影机的声音拉进去。它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截取卡的那个名字。到底是现在是哪一个问题？Rodecaster Pro。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因为也可能是某一支麦克风有插进去。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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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所以现在到底是什么声音？我有点搞不懂了。我已经快生，我越来越不敢在上班不要看这边开直播，我每次在那边开直播都会出事，我已经快发疯了。OK， 真的没有问题吗？我现在不管了，我觉得我不能够一直这样调下去了，我们只能够就直接再够一下。因为我其实现在是把所有的麦克风都关掉了，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样的状况，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引起的。我把它移除，重新加一遍。你说哪一个？是吗？他们说的。我刚刚是整个把就是移除，然后重新加入音乐。好了，我不管了，就这样哦。好，好了，就是《怪奇物语》的部分呢。我刚刚讲到哪里？哦，《怪奇物语》，我觉得是第四季的部分，《怪奇物语》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在于说它每一季其实都会使用一些经典的恐怖片的元素。这些经典恐怖片的可能都来自于80、90年代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你看不懂的话你看热闹也可以，但是如果你看得懂的话，你会发现哦，这个东西很明显就是来自于哪里嘛。举个例子来讲，我不要讲剧情的内容，但是这一季呢，其实很明显的就是很多的元素是来自13号星期五小镇上面有一个神秘的，然后呢，奇幻的会杀人的生物，这个奇幻的杀人生物，13号星期五不就是那个手上会长了很多使用有刀片的那个手指的那一个人？而且这一个演员呢，刚刚好也有在第四季里面客串一个角色，所以很明显的，他们致敬经典作品的这个企图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明显。那这个怪奇物语4呢，因为它有增加一些新的角色，其中有一个角色，我不要讲他是谁，什么样的，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这个角色，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酷，而且又很感人，所以这个角色一瞬之间啊，在全世界都受到了非常大的欢迎。他的那个演员呢，叫 Stephen Quinn。那 Stephen Quinn 呢，他后来最近正好在那个 Comic Con， 就是美国的漫画博览会上面，有发生了一个蛮感人的、蛮暖心的事件，就是他们办那个算是有点像是影迷见面会，但是因为这个 Comic Con 呢，他这个活动他不小心啊，他就是有点超收了这个门票，本来可能只能进场200-300人，但是他却让400人进场，所以导致最后呢，大家一个人在排队的时候，那就是排队越大排长龙，大家想要跟他讲话、跟他拍照、跟他拥抱、跟他握手，那这个过程呢越来越冗长。最后导致工作人员不得不跑出来，就直接跟那个 Stephen Quinn 讲说：“哎，不好意思哦，你们今天这个要晚一点，这个你们要快一点哦，
不要在那边拖拖拉拉的。那本来 Stephen Quinn 呢，本来是想表现就是很亲民的态度，想跟人多聊两句，不得已只好草草收场。那其实现场，当然后来 Comic Con 是有表示说他们并没有那么没礼貌。那事实的真相其实不太清楚，这是来自当时有参加 Comic Con 活动的这个一些观众的描述。那这是第一天的活动，那第二天呢，好像就是在办第二场活动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观众。他就主动是一个女生，他就主动提起了这件事情。他说：“谢谢 Stephen Quinn 哈，不管怎么样哦，就是，都还是愿意在现场。然后呢，尽管昨天发生了像这样尴尬，然后让人不舒服的情况，但 Stephen Quinn 呢，还是始终保持笑容，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我们都很喜欢你在这个《怪奇物语4》里面所表演的角色。然后我们呢，也很喜欢你愿意在这个活动里面跟我们互动的情形。然后我们都爱你。”然后他讲着讲着 ，Stephen Quinn 直接就在舞台上哭了出来，然后说：“哎呦，你们怎么这样啦？干嘛说这些啦？”那因为他是一个算是那种有一点该怎么讲呢？他是不能说是阳光男孩，但是他就是一个年轻男生了哈。那他突然之间讲出了像这样的话，而且还在舞台上，然后这个流下眼泪，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天哪，这个人怎么这么可爱？我还看到有观众在下面留言说：我们现在应该请电影公司立刻请 Stephen Quinn 跟这个基努里维啊 Joseph， 我讲错名字 ，Joseph Quinn， 我讲错名字了。好，我今天晚上我现在全身都卷曲起来了，哇，我完蛋了，我想自杀。好了，不管了哈，就是今天跟 Joseph Quinn 呢，他们其实就有人说希望他可以跟基努里维一起演一部电影，因为在好莱坞电影里面，过去一直以来就是最没有负评，然后大家都觉得人最棒的一个人，最暖心的一个人就是基努里维嘛，所以他们觉得说今天哇，既然这个 Joseph Quinn 呢现在也这么的让大家这个获得好评，然后大家都那么喜欢他的情况，两个人一起拍一个让大家觉得心灵很温暖的片，不一定是科幻，不一定是奇幻，就是一个心灵很温暖的片，那大家一定会很感动，所以就因此有人提出了像这样的建议啊，非常的棒。好，这个是怪奇物语的部分，但是至于怪奇物语第四季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这边就不多说了。那 Joseph 呢到底是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也这边就不谈，不然谈了的话大家又要说我都在这个都在爆雷了。但是我相信怪奇物语绝大多数的人可能都已经看过了，或者是还没有看正准备看，或是正在追，我想这样的观众应该非常多，所以其实我特别去介绍，而且大家也都听过了，就算你没看你也都听过，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介绍呢对大家来讲帮助不是很大，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影集。那我接下来呢会讲一些我觉得比较冷门，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试着看看的。在 Netflix 上面呢，其实有一个影集叫做谋杀小镇，它的这个做法想法非常的特别，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有点半实境的剧，它的做法其实跟之前的那个日本的爆笑悲剧王有一点像，它其实是有剧本，看起来像是一个影集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不是影集，又有一点点综艺节目的内容。它的做法是，它有一个固定的班底，是在这个警察局当中，有这个警察局的长官啊，然后呢有这个探员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人员。但是呢，这个影集当中的主角就是那个探员，他在他的设定，他是一个像孤狼一般的那种探员，因为他以前曾经有一个好搭档，他已经过世了，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再也不要去跟任何人搭档，因为他内心其实一直对于这个过去的跟他的好搭档呢，一直都有一些念念不忘的感觉，甚至于可能对于他的过世有一些愧疚感。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影集设定了一个很有趣的桥段，就是每一次影集的开头都是他的长官。哦，就是那个警察局的局长，他会安排一个新的菜鸟探员去当他的伙伴。那这个伙伴通常就是一个知名的明星，可能是饶舌歌手，那可能是一个喜剧演员，哦，或者是一个电影明星，反正就是每一集都是会有一个大明星来当他的这个菜鸟探员。那这个菜鸟探员呢，他加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有剧本的。是有台词的，但是只有这个菜鸟探员他没有任何的剧本，他必须要 freestyle 跟大家去碰撞。那这个影集有一个有趣的点，就是他每一个影集呢都是一个谋杀案，每一集都是一个谋杀案。这个谋杀案发生的时候，他会提供一些线索，然后呢他请观众跟这个菜鸟探员一起来尝试，好，一起来尝试去侦破这个算是怎么讲，这一个刑案，是不是还有人在讲麦克风的问题啊？
好，算了，我不管了。好，它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在于说，它其实看起来虽然像是一个有趣的影集，然后它的设定就是很典型的那种刻板印象的那种警探片的设定，但是问题是呢，它实际上是让观众跟这个参与的来宾一起动脑去找出真凶。那最后呢，最后的结果如果失败了的话，那当然就可能会接受一些惩罚，大概像这样啊，其实非常的好玩，因为它的这个推理的设定都不会太难。但是也不会让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但它的线索都会非常显而易见，就是当你看完之后，如果你没猜出来的话，当它提示说其实线索就在这里时，你就会有一种恍然大悟感，说啊，我刚刚居然错过了这件事，我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所以大家可以在看这个影集的时候，一方面欣赏这些人有趣的互动，因为这个影集的设定虽然是一个老派的这个侦探影片，但其实它更像是什么，更像是一个喜剧搞笑电影，因为里面每一个角色其实都会讲一些很干很好笑的话，但是最后结尾就是让你去想到底谁才是凶手。那这个东西就像是玩一个游戏一样，所以我觉得它很适合就大家拿来在这个暑期呢这个消磨时间。好，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谋杀小镇。那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影集稍微也是有一点点偏冷门，叫五角密室力。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好看，如果今天一到十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只有 6.5 分而已。但我为什么特别会提呢，是因为这个影集我当初之所以会想看，是因为它的 主角是演员叫做 Michael Myers。 Michael Myers 他在我年轻的时候，大概20年前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就是 Austin Power 王牌大间谍。王牌大间谍总共出了1到3集，目前 Netflix 上好像应该也可以看得到。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好笑，在当年几乎可以算是席卷整个怎么讲，好莱坞或者全世界说喜欢看搞笑电影的这个人口，非常的有趣。但是很可惜的是 ，Michael Myers 后来每况愈下，他后来做的很多新作品都没有让人非常的满意，像什么《魔法灵猫》，更是被誉为是好莱坞史上搞笑作品当中这个超级大地雷之一。那所以其实这个 Michael Myers 呢，他的混的就没有跟以前的一样那么好。那后来他做了一个影集叫做五角密室力。其实五角密室力它的基本逻辑我觉得跟 Austin Power 非常的像，基本上就是非常奇想的内容。 Austin Power 他想象中的就是啊，假设有一个007那样的电影的故事，但是刚好是让一个非常不帅而且看起来很猥琐的中年人来扮演007这个角色，那到底会发生什么搞笑的情况呢？这个就是 Austin Power 的概念。五角密室力则是另外一个设定，他就是假定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有点像什么共济会啊、光明会啊，有一个邪恶的组织在操控整个地球，操控整个人类的社会。那到底他是一个什么？到底呢？这个主角，他当然也是 Michael Myers 主演，而且跟 Austin Power 有一个很像的地方是，在 Austin Power 里面 ，Michael Myers 一个人他会饰演几乎所有电影里面的重要角色，而五角密室力也是一模一样。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哇，这个就好像是 Austin Power 他以另外一个剧情的结构去表演出同样的搞笑内容，所以你看起来会非常的怀念。可是很可惜的是，我觉得这个片呢看起来就是很顺，但是它没有到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所以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听到很多的朋友在跟你推广说，哎，我觉得五角密室力很好看，你一定要看。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曾经在20年前非常喜欢王牌大间谍，你非常的怀念 Michael Myers 的笑点，你在这个时候可以用五角密室力来这个复习一下。我前阵子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听那个伟大的作品，就是那个周杰伦的新歌的时候，他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评论。他说他觉得这首歌，他听了之后，他的第一个感想就是冰箱味十足。这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的精确，完全就是我当时的感想，只是我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这首歌也没有不好。但是他的问题就在于说，他基本上就是周杰伦本来就在做，本来就会做的事情，重新回锅炒了一遍，而且还没有当年这么的原创，甚至于也没有当年的就是这么的有趣，只不过可能执行的细节比当年更加的丰富，所以有一些人可能听了还是会觉得说，欸，好像挺不错的，但其实整首歌就是满满的冰箱味。而我觉得五角密室力是一样的概念，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冰箱味十足的作品，但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好吃的一盘菜，所以尽管有冰箱味，用微波炉热了之后也还是会有一点快乐的感觉啦。好，就是这样。好，这个是五角密室力。那另外呢，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啊，这个接下来我可能再推荐 Netflix 的最后一个东西是 Netflix。 很多人会去看所谓的
喜剧专场，我们叫就是可能譬如说像之前我有讲过可以去看 Dave Chappelle 嘛，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可能很不错的一些喜剧演员，他们的专场好看的话，其实之前我以前也会推荐。那今年呢，我觉得我会推荐大家看一个东西，就是 Netflix is a joke 系列，就是 Netflix 真搞笑。 Netflix is a joke 它里面它是有很多集的，其中有一集它的标题叫做盛会，这一集的内容主要是要致敬四个非常经典但是已经过世的喜剧演员，分别是那个乔治卡林斯，然后呢罗宾威廉斯，然后琼瑞佛斯，哎，还有谁啊？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四个，我觉得是非常经典，但是已经不在世的这个经典喜剧演员。然后他也找一些非常酷的喜剧演员，譬如说 Dave Chappelle 本人，然后呢上台去介绍这些哦很酷的这些表演者。那我觉得这个内容呢，它不但可以让大家重温一些喜剧的历史，然后呢有一些温馨感人的桥段，而且一样非常好笑。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这个美国的这种单口喜剧的人，我觉得这一集呢非常值得一看哦，非常值得一看。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Ricky Gervais 的那个超自然，我觉得也很不错哦。只是我觉得我最近在看这种喜剧专场的时候，我都有个感觉，就是我前几天才跟杰克聊过这话题，我发现包含 Ricky Gervais 或者是 Dave Chappelle 或者是甚至于就是其他很多我觉得现在线上非常优秀的演员，几乎在最近这三年的喜剧专场一定都会讨论到一个话题，就是政治正确，就是说喜剧演员如何讲了一个地狱梗，如何讲了一些会延上的笑话之后，然后呢被取消，然后呢被这个世人批评，然后呢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都会把这个现象写成笑话。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看20年前的那些喜剧演员，其实他们是不会讲这种类型的笑话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好笑就是好笑，然后呢地狱梗就算是地狱梗，他的目的其实也不是真的为了让大家觉得不快，他是为了让大家觉得好玩觉得有趣，然后所以才讲的。所以当年其实的喜剧演员，如果他想要讲一些地狱梗，他讲了就讲了，他根本不需要为自己的地狱梗去做更多的解释。可是我觉得最近这五年，也许是因为很多的喜剧演员纷纷都被延上，所以导致所有的喜剧演员都为了对抗这个状况，所以每次写专场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写一些哦，讲地狱梗怎么了吗？像这样的笑点。那 Ricky Gervais 也是一样处理了一些像这样的内容啦齁。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他在最近这些有谈论到类似主题的这个喜剧演员当中，他的表现算是特别好的。那推荐他。而 Ricky Gervais 他正好他也有一个影集，比较偏不是好笑，但是是偏负面的。可能大家无聊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是在讲说他老婆过世之后，然后呢他如何跟自己相处的内容。但那个主题叫什么？叫什么？我突然忘了他的名字。但这不是我今天本来要介绍的内容，所以就算了。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哦，我另外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去看一个地雷，就是我的朋友都很沙。这个是 Bill Burr 的这个一个喜剧专场。那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要提醒大家不要去看这个？因为我很喜欢 Bill Burr， 我觉得 Bill Burr 是一个我心目中金字塔顶端，可能前三、前五名最好笑的，全世界最好笑的这个喜剧演员，我非常的喜欢他。但是呢，所以我后来看到他出了一个喜剧专场，叫做《我朋友都很沙》，我马上就第一时间就是出的那一天，我就立刻点开来看了。但他这一个呢，他主要是这一次的这个喜剧专场，他主要是在当这个主持人，然后他就让他的一些朋友，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谁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让他的一些朋友，然后呢纷纷上来讲一些段子。但是我必须说，真的是惨不忍睹。我后来有看到一个台湾的喜剧演员，忘了是谁，他在他的粉专上面就还是 Facebook 账号，他就 po 了一段说。Bill Burr 一定跟他的朋友都很好，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的不好笑，不堪入目。但他居然还能够说我的朋友都很沙，他讲得出像这样背书的话，违背良心的话，我觉得他铁定是怎么样，就是要不然就是收钱收太多，要不然呢就是跟这些朋友真的太好了。里面其实像其中有一个桥段是 Bumping Mic 就是有两个人。会互相就是有点，他有点像漫才，就是两个人在互相讲，但又不是漫才。他其实因为漫才通常是写好的桥段，但是 Bumping Mic 呢，很多时候其实比较像 freestyle。我可能会找一些现场的观众跟他做互动，互动完了之后，哎，然后呢，我再把这个麦克风交给下一个人，然后两个人一直轮流嘴，轮流讲。那有时候会讲一些 roast 的火烤的内容，大概像这样。然后呢，那个 Bumping Mic 他们本身的那两个喜剧演员本身有自己的 Bumping Mic 的节目，所以其实也那个 Bumping Mic 节目也不难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晚上。他们两个人的表演就是特别的烂，然后烂到就是他们讲了大概可能三五分钟之后 ，Bill Burr 忍不住走上来，
我认为他是忍不住，我觉得完全不是因为他觉得节目太精彩，他想要参与咖，或者是这是一个设计好的桥段，完全是他们讲到一半，讲到一个小段落的时候，突然间 Billboard 上来丢了几个非常非常火烤的内容，就是直接 roast 另外一个演出者，然后说，哎、欸，我觉得你怎么样，直接取笑他，然后呢，现场突然间那个气氛就活络了起来。我那时候的感受是 ，Billboard 在做主持人的时候，一定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当下心里就想啊，完蛋了，这些人真的讲不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我觉得真的要死掉了。于是怎么样，他就直接上台想要救场。那也因为他的上台救场，所以最后呢，他讲完几个 roast 的笑话，他们也回敬了几句之后，这一段就结束了。我那时候内心的感受是，如果我就是本来在表演那些人，我看到 Billboard 上来救场，我一定觉得很想去自杀。我那个感觉就跟我现在其实是心情是有一点像的，我只是突然之间想到这件事情了，跟大家推荐一下。如果大家是想看那个尴尬的感觉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朋友都很杀这一段。好啦，那我觉得在影集的部分呢，《黑袍纠察队》的第三季呢，因为这个也是个很有名的影集啊，我也蛮推荐大家看的。第三季还是相当的精彩。那光是一开场，它其实就，我觉得第三季它有一个点是这样，第三季非常的。因为本来他们的这个黑色幽默还有暴力血腥本来就是非常的刺激，那假设这是一个油门的话，他这一季是直接把油门吹到了最底最底，那个转速啊直接拉到了9000-10000转以上，所以如果是喜欢这种黑色幽默，喜欢这种血腥暴力内容的，我想这一季会看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因为他非常有名啊，所以我这边就也就不讲太多了哈。那我觉得西方极乐园，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第一季之后都越来越不好看，但是因为我个人就是对于这种科幻影集非常的喜欢，所以我还是把最新的一季呢也把它追完哦，也把它还没有，但还没完啊，它现在应该只有演3-4集而已，我还是持续的在追当中，我现在还有点难以对它做任何的评价，但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想法本来就非常的有趣，执行的完成度也很高，所以如果喜欢科幻影集的，我只是提醒一下各位，西方极乐园现在又在连载当中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我接下来要再介绍两个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冷门的影集，非常冷门的影集，一个是要在 Disney Plus 上才看得到的，就是奥维尔号。奥维尔号其实之前大概一年两年前吧，我就曾经在媒体上看到，我对它感觉到非常的好奇，但是很可惜我都没有机会可以看。但没想到 Disney Plus 在最近这一两个月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天我突然看到它出现在列表上，我真的是喜出望外，直接把它这个点开来看。奥维尔号呢，它其实就是《星舰迷航记》（Star Trek） 的 parody， 就是它的写拟作品。什么是写拟作品呢？就是《星舰迷航记》本来就是。想象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那个时候人类社会呢已经不需要用钱了，那资源很无限，所以所有的人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追求个人成就，就是想办法让自己达到更高成就，这样就够了，那所以很多人就会去从军，然后呢坐上这个太空船，然后呢去宇宙中探险。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说要跟人家打仗啊，然后呢杀外星人啊，其实正好相反，他们是如何去寻求如何跟外星人哦和平的相处，然后呢去探索新的文明，然后呢去看看这个宇宙当中有没有一些很有趣的从来没见过的现象，他们就是探险家，就有点像17、18世纪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冒险家出海，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发现新大陆，是一样的概念，这是 Star Trek。 那奥维尔号，因为 Star Trek 其实已经做了，我想想看，应该可能有几十部不同的影集吧，还包含了非常多的电影。那本来就是一个很多人会喜欢的科幻影集。奥维尔号就是假想，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做一个相同的影集，同样的设定，但是没有跟他拿授权，但是问题是里面所有的人都很搞笑，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那做的人呢，叫做做的那个作者，他之前有做的作品就是《Family Guy》，《Family Guy》这个动画的原创就是做奥维尔号。因为我不太确定大家会不会，因为我现在讲哈，因为他的影集哈，不是像《怪奇物语》啊，或者是说像。这个黑袍纠察队一样，如果我讲了剧情，说出现什么角色啊，做了什么事情破梗，会觉得这个影集就看不下去。我觉得它不至于，它就是个单元剧，就跟这个《星舰迷航记》一样。所以我稍微讲其中一集，我想讲其中一集它的桥段，让你们大概了解一下它是什么样的内容。
在他的设定里面呢，他的这个星舰里面，他这艘星舰奥维尔号上面，他有一个高阶军官，他来自一个星球，他这个那个星球呢只有男性，就是整个星球都只有男人，然后没有女性。那他们如果要繁衍下一代的话，是会生蛋，用生蛋的方式来繁衍下一代。那先不要管这个设定合不合理，反正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外星人嘛，因为毕竟是外星世界，他怎么讲都可以。你本来也以为就是这样，就是哦，有一个星球，他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哦，就是一个设定而已，其实也还好。但有一集他就讲到说，其实这一个高阶军官呢，他跟他的老婆，不讲老婆，讲老婆就不对了，跟他的老公啊，要怎么说，就跟他的配偶啦齁，跟他的配偶发生了一些就是可能不太愉快的事情，所以导致他对他有点失去性欲。然后那一段时间他就开始非常喜欢看非常喜欢到那个全向舱，就是 Star Trek 也会出现的东西齁，就是他有点像是一个娱乐空间，你到那里去之后就像元宇宙一样，到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然后你可以在里面享受各种可能现实当中不能够有的服务。他当时就在那个全向舱，那个模拟的空间，那个虚拟的空间里面，然后迷上了在那里去看色情的内容。他就会在那个空间里面，然后跟那个星球的其他男生，然后呢，然后发生一些性幻想。那后来他的性幻想就是越来越奇葩，普通的性幻想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了。于是呢，他就跑去找那个黑市的这个商人，去跟他们购买非法的盗版的色情内容，而且是更色、更变态的。然后呢，下载到那个星舰上面的那个全向舱里面来享受。因为这个内容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你突然之间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这一个影集在设定这个只有男人的星球，其实他其实是在讲，就是他其实有一点在影射，就是可能男同志的一些文化、一些特殊的一些现象，然后非常的有趣。然后后来他就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因为他下载了非法盗版的色情内容到这个全向舱，然后去享受的时候，没想到这个盗版网站，直接把病毒就传染给了整个星舰，所以星舰的功能就损毁，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然后最后大家只好追查说，到底这个病毒是哪来的？才发现这个高阶军官呢，沉迷于色情的内容，而就是因为使用色情的内容，才导致整个星舰都坏掉。我觉得非常的荒唐。他其实完全就是在用科幻的内容，然后去描述现代社会的问题，就是现代社会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成年人或青少年，然后沉迷于 A 片，然后最后导致于他们去一些非法的网站，然后呢下载这个不好的 A 片，然后呢可是因为不小心多按了一些连结，导致于他们可能账号 Facebook 账号就被盗，然后呢或者是他们的信用卡被盗，然后被盗刷，然后呢怎么样，就有点像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好笑。所以我推荐大家啦，哦，无聊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奥维尔号。但我觉得唯一有一点可惜的是，我觉得也不是说可惜啊，哦，他目前在这个 DC Plus 上可以看到三季，一到三季，一二季我觉得大致上都是维持了这种搞笑的方向，但第三季我不知道为什么，应该说第二季的后半到第三季之后，他突然之间变得很认真，就是搞笑的内容变少了，他突然之间变成是讲很认真的科幻故事，而且还有那种可能会危及整个银河系的那种阴谋出现，就跟正统的 Star Trek 就是星舰迷航记一模一样。我看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难过，是这个本来是一个很独特的节目，就是搞笑的星舰迷航记是他的写拟作品，可是他变认真之后，那他就是 Star Trek， 他就是星舰迷航记啊。可是他的认真的部分其实剧情写的也不差，如果他真的是星舰迷航记正传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也都会给他很高的评价。可是我本来希望它不是星舰迷航记，是搞笑星舰迷航记的，所以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你如果真的要做认真的，你为什么不直接去跟 Star Trek 去拿这个版权呢？你没有拿版权，你去做搞笑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你是在搞笑，你是在致敬，你是在写你是在模仿。但是如果你一旦失去了这些模仿跟写你的内容，你变成是认真的，我还要去解决什么什么什么外星人入侵地球像这样的问题，哇，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去拿版权就好了嘛，所以让我觉得有一点遗憾了齁。然后在影集部分呢，我介绍的最后一个内容，我大概就是要跟大家讲奇迹缔造者。
奇迹缔造者呢，你们要去 Catch Play 或者是 HBO 上面去看哦，才会有 Miracle Workers。然后它的主角就是那个哈利波特，哈利波特的演员，我突然忘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什么？克什么吗？克里夫还是什么？我突然忘记了。哈利波特，我忘了他的名字，算了，也不重要。反正就是哈利波特的主角哈，他所做的，他所参与的一个影集。这个影集其实蛮有趣的，是彩玲推荐我看的。我后来看了以后，真的觉得也蛮喜欢。他的想象就是说，这世界上真的有天堂，有上帝，也有天使。但是问题是呢，天堂的经营方式就跟一家公司一样 ，CEO 是上帝，可是上帝是一个惯老板。而且是一个非常鸡掰的惯老板，他根本不管人类的死活，然后只顾着自己爽。然后呢，主角则是天使，天使他在一个很独特的部门工作，叫做所谓的祈祷回应部，因为常常会有人会对这个上帝祈祷嘛，譬如说祈祷说怎么办，我现在摩托车钥匙不见了，上帝啊，拜托你帮我找到摩托车钥匙吧，哦，类似像这样。那他们就是负责去回应这些祈祷，可是这些回应祈祷的过程呢，他不能够直接帮他找到钥匙，譬如说直接从天空掉下钥匙给他，不可能嘛？这样大家就会觉得说，哇，这是灵异事件。然后呢，上帝真的存在，你不能做到这个地步，你只能够说用一些自然现象，让他巧妙的回应他的祈祷。譬如说他的钥匙掉到一堆落叶当中，他就能够召唤一阵风，把那个落叶吹开，然后呢，让他注意到，哎，居然那个钥匙哈就在那个落叶当中。哦，让他可以去找到。他们必须不落痕迹的发生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奇迹，这是这个祈祷回应部门所要做的事情。但很不幸的是，因为这个上帝呢根本不关心人类，所以祈祷回应部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听起来本来它应该是个很重要的内容，对不对？但它的人力非常的稀少，也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但是问题是，这个部门。我不要讲太多它的细节了，我就讲一些它的一两个小桥段，让你们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属性。譬如说有一个地方，它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个摩托车骑士，不是摩托车骑士，哦，是一个人，不是摩托车，我想起来，我想错了，一个普通人，他突然之间祈祷说他的手套不见了，希望上帝可以帮他找到他的手套。他说我真的很急，我要赶去一个地方，我需要那个手套。然后他们后来花了一些功夫帮他找到那个手套之后，然后呢，接下来就去，这个是故事当中一个非常无聊的一个算是穿插的一个小桥段。那接下来去进行主线的剧情，结果主线进行到最后的时候，到结尾的时候，然后又回到那个找手套的人身上。那个找手套的人把那个手套套上去，然后呢拿出了一把猎枪，他说：“哈哈，我现在要去杀人了。”然后接下来呢就到一个校园里面去，然后枪杀了很多的学生，然后扬长而去。然后呢那个新闻播报员就讲说，因为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的指纹，所以凶手目前仍然逃之夭夭，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所以他就说明了，就是这些天使虽然很努力的想要做好事，可是问题是呢，很可能做出来的事情还是不尽如人意。然后像譬如说有一集的片段，我再讲一个小地方就好了。他有一个小片段，他是在讲说，因为他们想要撮合一对男女能够在一起交往，但是那个男的呢，他们想要制造一个很巧合，大家两个人可以碰到面的情况。然后，可是没想到。这两个人在慢慢走要靠近的过程当中的时候，那个男的突然之间闻到旁边披萨店的香味，然后正好觉得肚子很饿，他想要去吃披萨，所以他转到披萨店里面去。当时天使就觉得说，哎，不可以，他不可以去吃披萨。然后呢，他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因为他这个是这牵涉到前面有 C 的一个梗，就是说他们有一个这个祈祷回应部有一个紧急按钮，那个紧急按钮就是他可以。那个按钮就是一个像一个红色的一个那种核弹爆炸的那种按钮，他们随时可以按下去。按下去的话，他就可以让指定的人，就是譬如说那画面上指定的那个人，盲肠突然爆炸，然后就是让他去，必须要去，就是突然之间让他就肚子很痛，然后不得不去看医生。那他就是他因为发生这个状况嘛，他们怕他们那个男主角不是男主角，就是他们希望那个男生不要去吃披萨，所以他们就。把那个镜头对向了那一个披萨店的老板，然后按下那个盲肠爆炸的那个按钮，然后那个老板盲肠就直接爆炸，然后在地上说 ：“Oh my god， 我不可以开店了、啊！”直接把店门给关起来。然后后来那个
片子的结尾，因为中间就发生了一些其他的故事，关于这个 男生跟女生要怎么样去交往的状况，主线剧情在进行的时候，到了结尾的时候，那个新闻播报员又出来了，他就说某某披萨店的那个老板，然后平常行善无数，然后呢，照顾街友，还有什么流浪的小孩，然后呢，对邻里也做非常多的善事。没想到这个邻里当中，大家人人称赞的这个大善人，突然之间这个盲肠炎爆发。可是爆发的当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个店里面，没有人发现他，因为他痛到无法移动。然后呢，在那边挣扎了大概五六个小时之后，然后。于是就因为感染的关系而死亡了。然后呢，那个播报员就讲说，如果这世界上有上帝的话，我想要问他 why？ 如果这世上真的有上帝，他怎么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非常的白痴的一个故事啊。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于有点奇幻、有点奇想，然后呢有点搞笑的内容有兴趣的话，我也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奇迹缔造者》。哦，他的故事是真的蛮好玩的，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东西呢，是在 Catch Play 跟 HBO 上面可以找得到。好了，以上呢就是我针对影集部门的介绍。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然后进入下一个段落。你说什么？好啦，那我想想看，我们要放什么歌？我们放的歌的内容呢，我们就来放那个好了，因为刚刚讲到了这个《怪奇物语》嘛，那我们就放《怪奇物语》当中呢，有一首 Kate Bush 的《Running Up That Hill》。
啊，是你的称号。是。刚刚我怎么看到有一个有观众在那边写什么主播周子瑜？谁是主播周子瑜啊？我可以问一下吗？是外面的工作人员，居然不是今天的来宾吗？怎么有人知道今天的工作人员有谁啊？我真是整个吓死。但我今天是讲说，因为今天外面有几位工作人员也正好也来到现场了哈。那今天这边现场呢，我们其实有三位的来宾哈，刚好是要来跟我们聊一下。我觉得今年暑假大家还可以关注的一些可能可以消磨时间或者是增加的一些特别的兴趣啊。那这位是足协的副秘书长。然后呢，这一位是那个伟泰哦，伟泰是这个台湾的足球员，同时也是足球教练。那这一位呢是湘慧，那湘慧呢，他其实是这个应该是足球协会的理事长，但同时也是台湾，哎，我没讲错吗？是啊。对、哦、因为你刚看我了一下，我心想说，我介绍错误了吗？因为我现在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今天一般来讲，我们现在依照法律的规定呢，如果今天是拍片或者是做节目的话，其实不戴口罩是 OK 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其实是要戴口罩？因为他们是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如果他们接下来要参与任何的活动比赛，发生任何意外，我真的是担待不起，所以我还是建议他们哈，还是稍微小心一点点。那今天呢，其实这个湘慧呢，他本身除了是理事长之外，他其实也是台湾的，算是足球代表队的选手，但是很可惜，我今天听到了一件很不幸的消息，就是听说因为台湾的女子足球，这几天正好要搭飞机去参加东亚杯的比赛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好像今天就已经搭飞机出发了，因为下礼拜一就要比赛了。但是湘慧为什么还在这里？对啊，我明天的班机啊。哦，你明天还是要去哦，是不是？我还以为你没有要去了。开玩笑的，不是，我受伤。对，因为听说湘慧好像因为受伤的关系、所以这一次的比赛就没有办法参加，但也因为他受伤的关系，所以刚好呢他就能够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湘慧呢，虽然这一次这个东亚杯的比赛来不及参加，可是还可以参加另外一个附加赛嘛，对不对？是。附加赛是什么时候？明年的二月。明年的二月、那这一次东亚杯的这个女子足球赛，就是女子足球的部分，它是下礼拜一开始打嘛，对不对？是20号。那这一次的这个东亚杯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台湾人看得到这个比赛吗？有，这一次东亚杯我们有跟那个爱尔达电视台合作，所以说从7月20、23、26这三场，我们对中国、日本、韩国都可以在电视上收看得到。然后如果说对女足或台湾足球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也欢迎一起来支持。这样，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吗？抱着吗？哦。翻过来。哦，对不起，我刚刚因为刚刚突然之间递那个东西给我，害我突然之间想说，突然给我，我其实不太知道为什么要递这个东西来，但我想是希望这个湘慧可以不要那么紧张，是吗？可以抱着，可以感受一下，因为听说这三位哈，因为这两位其实因为是足球员嘛，所以平常可能面对媒体的机会是比较少一点点，所以教副秘书长呢，其实反而就是面对媒体比较多、比较经验比较多的这一个人。其实也没有啦，平常都是面对长辈跟球员这样子。对，因为你知道吗？我刚刚问教副秘书长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今天他们跟我讲说，今天我们帮你邀请，因为 我想说我聊一些足球的话题，因为接下来有很多足球赛可以看，我知道女足嘛，爱尔达是有转播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看那。但是问题是世界杯11月嘛，也可以看啊，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比赛，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然后，所以我们想说找足球协会来聊一下目前台湾足球的情况。结果呢，他们说要派教副秘书长啊，我心想说副秘书长应该是60岁的老先生吧，而且他们还跟我讲说教副秘书长是一个很多话的人，我心里说完蛋了，是那种口水很多的老人，一定很糟。但是没想到，一看，不好意思，我可以请教一下，其实副秘书长你几岁？今年37。37岁，其实在台湾运动协会副秘书长长这个样子，这个年纪应该是很少见的吧？对啊，是不多，没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足球协会的这个副秘书长这么年轻？不止副秘书长，秘书长也算年轻。秘书长今年大概40，那算是台湾单项协会里面少数、就是不到40岁接到这个位置的一个组合。那原因也是因为其实18年我们改选嘛，那时候是邱毅人当上理事长，那他也希望说让足球有一些不同的气象，所以就破格提拔我们两个。然后像秘书长，他之前是台电的助理教练，然后我是之前在职棒球员工会服务，那他就说，希望说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到足协来帮忙设计或开创一些比较新的制度，或者是让整个足球能够接轨现代化。
那在这四年，然后帮足球界做一些事这样子。嗯，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以前我们都会有个感觉，在台湾好像运动主要就是篮球跟棒球为主啦。对。但事实上，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因为可能不管是电视、电影啊、漫画，还是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大家慢慢可能都有认知到一件事情：这世界上最流行的运动其实不是棒球，也不是足球，其实不是棒球，也不是篮球，是足球嘛，对不对？但是足球在台湾其实一直以来发展都不算太顺利。应该说，其实过去有一段辉煌时间，像1960年代，大家可能在座都还没出生，是那时候我们港角李惠堂，那是都是往生的前辈。那后来有木兰，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女足都说我们是木兰球队，就是因为有1980年代的那段历史。但是后面二三十年其实就会比较辛苦。那一直到2002年以后，那时候日本、韩国世界杯，台湾有转播，所以慢慢的一波一波带起来。那直到最近这五年十年，其实你周末到公园，你就看到很多小朋友都其实有教练在带着教球，那其实就象征着台湾足球其实是一直开始慢慢在向上成长。像我旁边的伟泰，他是五人制的球员，但他同时也是我们基层球队的教练。他也是受惠于说，现在喜欢踢球的小朋友多了，然后有更多的教练愿意投入到这个领域，然后我们一起来推广足球这样子。所以现在基层足球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就到底台湾踢足球的人有多吗？这是个好问题。就是其实在台湾我们很难去量化到底有多少的球员。那我们一直到最近2020年左右，我们开始做注册系统。其实在国外很常见，就是为什么日本、德国都可以说他们可能有百万人口、千万人口，他们有一个准确的数据系统。但台湾其实各单项协会我们都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的小朋友参与人数都用喊的。那我们从2020年开始做这一套注册系统，开始把所有参加足球运动的纳入这样子的管理以后，目前我们手边有的资料是大概10000多个注册的用户。对，那当然我们知道它下面还有更多，因为这系统才开始做两三年嘛，那我们需要跟教育部、跟更多学校、跟单位的合作。那我本来以为所谓的足球员资料库比较是可能针对，比如说有机会去参加国家代表比赛的人可以使用，但事实上你说的这个资料库呢，其实是一般，我是一般人，但我对足球有兴趣，或是小朋友我想要参加这个足球训练，我都可以把自己的资料登录在上面。没错，也许哪一天，因为我一直打，从小学、国中、高中一直打，有一天我变成职业足球员，假设有台湾有职业联盟的那一天了，那这样那个时候呢，我这个资料生涯记录就会变得没错，就很有帮助。这是很关键的。就像湘会他也是旅外过，那在湘会可能他在刚要旅外的时候，其实他会困扰，因为他没有他的生涯的记录。那我们现在做的是说，我们从2020开始踢球的小朋友，不管是五年、十年，他有朝一日如果他有机会去旅外，那他是能够找出来他可能从10岁开始踢的第一场比赛，到他已经成人以后，他所有的记录，那提供给国外的球队，让他知道说，我们这个球员是真材实料的，他的成长历程是什么？那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那伟泰，你现在因为你是在帮小朋友当教练嘛，对不对？对。大概都是多大？目前是在国小，国小阶段，大概在1年级到6年级都有这样子。哦，那你自己的观察呢？其实你当教练多少时间了？其实，大概有8年左右有了。对，从大学阶段，然后其实就是有在外面学着怎么教课这样子，然后一直到现在出了社会，也继续一直在就是推广足球这一块。这样子。对不起，因为我刚刚被那个诺基影响了，所以我还有点没听到你刚才讲什么。然后我觉得你要调什么，你要不要自己来帮我调一下？我真的是不知道你刚才，因为我现在两边都受影响，好不好？好啦，反正就是你刚刚说教蛮久的啦，教蛮久的。对那你好，你说你教这段时间里面，你自己的观察是，其实台湾玩足球的小朋友有越来越多吗？以北部来说的话，北部的就是基层，就是可能幼儿阶段就开始的话是很多的，一直到国小阶段，那个人数是应该是台湾里面算最多的地方这样子。对哦。OK，因为现在东亚杯啊，我们就是即将要开打嘛，因为台湾女子足球其实可以踢进去，这算是一个以前比较没有发生的事情吗？还是说？对，因为其实像我们说，在上一届是2019，那我们那次也打进去，那是我们暌违很久才打进去的一个阶段。那这一次东亚杯因为疫情的关系，它直接取
东亚排名前四的国家。嗯，那这一次台湾就刚好我们是东亚第四名，所以我们也再次进入决赛圈。所以这算是蛮难得的事情，因为台湾我们其实女足在2015之前，它其实是一段低潮。我们曾经有最高排名到可能世界前20，嗯，我们打进世界杯，但是我们90年代到2010左右，就是一个不断的就是可能下滑状态。嗯，但是到这两届，我们才重新又打回东亚杯的这个决赛圈。哦。那所以我可以问一下，那这一次的东亚杯，如果我今天假设作为一个观众，我对于足球有点兴趣，譬如我本来是那种世界杯四年会看一次的那种观众，那我现在如果我想要跳进去看东亚杯，我有什么重点可以提醒我，让我知道，哎，我接下来可能下个礼拜开始看转播比赛的时候，有什么看点可以看 ？OK， 那如果说是以这一届东亚杯的话，当然对台湾而言，我们目标其实会是第一颗进球，因为其实我们要面对的，我们现在是世界排名大概38，嗯，那我们对手中国、日本、韩国都是世界前20的国家，嗯，那实力上明确是有差距，但是其实对我们而言，是在面对这样子的强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打出自己的攻势，那就第一颗进球很重要。那再来也是，其实像，欸，你这样说怎么好像一副就觉得我们好，你好像一直在说我们不一定会，应该说我们赢的几率没有很高啦，但是我们尽力打给大家看。不会啊，我还是觉得我们有赢的机会啊。真的吗？这个东西到时候可以问一下湘慧。嗯，但我是说，在客观来说，就是因为到目前是实际的记录是我们真的还没进球过。嗯，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设定在这边。那当然赢球也是我们的目标。嗯，那在后面的话，其实，在我们的交战对手里面，其实像刚刚湘慧说到的，我们的目标是2022-23的这个世界杯，嗯，然后是我们有附加赛，所以怎么样跟这种有强度的对手去打出我们自己的队形？因为我们在之前的亚洲杯很辛苦的，就是打到了八强，打到附加赛，但没有拿到世界杯门票，嗯。那这一次就是我们要去验收，从亚洲杯之后，我们这半年的练习自己到底提升了多少？尤其像我们还遇到相同的对手中国，嗯，那上一次对中国我们可能是输4颗或5颗，嗯，那这一次我们能不能踢得更好，甚至像我们在之前的亚东亚杯，我们是对中国只有1-0。嗯，那这样子有没有机会，甚至把平手拿下来或者胜利拿下来？这都是我们这一次期待的目标。这样哦，所以之前亚洲杯好像是2-3月的时候嘛，对不对？1月底2月初啊，1月底2月初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刚打完亚洲杯，那时候其实亚洲杯也算是有打出一点点成绩啦，哈。但是很可惜的是，最后没有拿到那个参加世界赛的机会。但是你是东亚杯呢，就是我们下一次证明自己的这个时间。那我想问一下湘慧，因为之前你有参加过，哎，你有参加那个亚洲杯嘛，对不对？有。但是这一次正好没有机会去东亚杯，嗯，那你自己怎么看？就是你觉得这次台湾的女足的这个表现，你觉得有机会吗？我觉得有机会啊，因为我们希望一直，因为其实这个杯赛刚好是检验我们这半年来嘛，嗯，训练，然后再来是，其实这四队都是强队，亚洲的列强，嗯，对，然后排名也都是在世界很前面的，那我们其实有这个机会来去磨练，我觉得不管是说要突破一些什么，或者是说磨练一些经验，嗯，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机会，这样让学妹他们有一些这样的经验。因为我看你们昨天有办记者会嘛，嗯，记者会其实有特别提到说这次有什么初赛费，嗯，初赛费那个什么什么破纪录100万元，意思就是说这一次去参加踢那个什么踢东亚杯的这个初赛的球员，合计可以拿到的出场的就是可能费用是超过100万，是。对，这个是一个算我，因为我有点难以判断，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状况。拿100万，因为有多少总共有多少球员？哦，我们说这次东亚杯吗？对对对对对，是登陆26名球员，登陆26名球员。那所以平均拿就是因为拿超过100万，所以也就是说大概一个人至少可能有4万块钱。对，然后有的人可能还会更多一点，有人少一点点，但大概至少都有4万块。那这个东西在4万块钱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很惊人，但是在过去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吗？我应该这么讲哈，我们回到就是2018以前，嗯，对，以前那时候女足五人制，我们都不会有出场费这样的设计。那男足那时候也是因为其实是来自球迷的呼吁，所以，嗯，2015年、2016年那时候有过1场10000的出场费。嗯，那其实台湾在谈国际赛出场费这件事情，最先谈的是棒球，棒球现在大概一场是15000到30000不等，要看他的赛事。你说参加国际赛事？對，那他们前阵子签了一个叫做团体协约的一个这个内容。那足球这边是反过来，是有
协会我们18年接手以后，我们就认为说这个东西应该要制度化，那包括国民体育法也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就去订了一个办法，就是说什么样的层级的赛事，那不同层级的球员，因为有些球员是旅外，有些球员是国内，那大家就会有一个表格出来，大家可以参考。那在这个概念里面，不管是男足、女足或是五人制，因为你都是国家代表队的球员，所以我们都会一视同仁。我听到这个有点小惊讶，因为你刚刚说，今天假设是棒球赛，假设我参加国际赛事，其实我能够拿到的出场费，就是我去参加比赛状况赛1到3万。是，那1到3万，你要想，其实台湾很多职业棒球选手，他可能月薪是10万、20万以上。那所以对他来讲，如果今天出国比赛只能拿1到3万的话，难怪其实台湾很多的职棒选手其实不会很想去参加这种国际赛事，因为对他来讲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帮助嘛。其实这个东西我会说，这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选手为国奉献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应该是纯然义务的，还是是可以有一些补偿的？因为其实选手同时也是拿自己的生涯风险在赌这件事情。像八万他是在练习的时候就是有受伤，那这些东西其实，在职棒工会，我们那时候八万，对不起，很多人不知道八万是谁，八万就是湘会了哈，湘会受伤了哈。那我们在职棒的时候，大家讨论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摸索。但到足球圈，其实在这四年，协会跟球员之间的互动相对是比较紧密的，那我们也把这样的想法直接融入以后，也会跟球员讨论，所以其实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上面，我们也会去征询球员的想法，那所以说出场费也好，或者像保险也好，我们都希望说能够让球员是一个没有后顾之忧，或者是他们安心的状况下再往前走这样。所以你说这一次其实女足赛这个出场费其实平均4万以上，其实以台湾不分类的这种比赛，出国比赛的这个出场费用来讲，已经算是高的。相对来说，因为据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这种出场费制度，应该只有足球跟棒球啦。那大部分其实就是像以前新闻上常提到的，1天200块、1天500块嘛。对，那叫做集训费用，是每一天的零用金。但我们是出国比赛，除了每天的零用金，我们自己把它提升到1天1000以外，我们另外再加上你有下场或者是你有替补，你还会有不同程度的出场费的、那我问一下，在上这个出场费是谁在付啊？目前的话是协会，我们用自筹款，就是透过圈募的方式。等一下，那你们是自筹款？我问一下，这是政府有出吗？没有，完全一毛都没有。我们没有出吗？对，我以为这种协会都是受政府补助的、应该说政府他们有类似参赛训练，但政府会认为出场费这种东西不是这个他们的责任，所以即便法有明定说要有出场费的制度，但最后的成本是由协会这边自己来负担，所以这个东西是在台湾的运动界算是一个常态，就是说它不一定是可能足球、棒球、篮球任何一个协会，其实基本上他们也在这部分是没有拿政府的补助。就如果我今天要出国比赛，如果我要付出场费的话，就是要协会自己想办法。协会都不会付哦，因为没有政府补助啊，所以就是那你们钱是哪来的？就是靠理事长去募款，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在做一些赛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收入。像过去其实出场费一个很大来源是，我们如果有门票收入的话，我们会把它就变成球员的出场费，让球员也可以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收获。这样，你刚刚说是理事长募款，所以就是商会的功劳了吗？没有，商会是我们工会的理事长。哦，是工会的理事长。然后我们协会理事长是邱义仁先生。OK， 所以是邱义仁先生帮的忙。對對對對，哇，所以其实这讲到这个，我是不知道邱毅仁做理事长到底，因为我本来不知道他是理事长，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可是我倒是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几年也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算是有在关心足球运动啊。我本身其实本来我对足球也是还好，我大概跟足球最大的关系就是我老婆会看足球赛，我老婆真的会看，但我本身不会看。我常常因为有些足球赛是在欧洲，什么欧冠啊，或者是世界杯的时候，有时候是在一些时差跟台湾差比较多的地方。我以前老婆她会是在我可能我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听到旁边有人在吵，然后原来是他起床了，然后他坐在床上，然后打开那个房间里面的电视，然后再看欧洲的比赛。就是我老婆会这样子，但这是我跟足球最大的关系。但是我后来当议员之后，因为我本身的办公室主任他很喜欢足球，所以他常会跟我讲一些足球的议题，所以我关心过很多足球场的事情。那除此之外，像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件事情，苗博雅前阵子还认养了一个足球队啊。你知道这件事吗？台湾石虎队。对，台湾石虎队。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认养一个台湾足球队，因为通常想说认养足球队表示说，所以你要出钱吗？他说要，好像一年要，我忘了他上次跟我讲多少钱，好像6-7千万吧。没有，应该少一个零啊。
啊，六七百万是不是？啊，六七百万，我忘了。他跟我讲了一个数字，我心想说，哎，你居然莫名其妙，你居然要负担这么多钱？他说钱是哪来的？哦，我自己想办法募啊。因为我很确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议员的薪水绝对付不起这个钱，除非他，譬如说有私下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但应该没有啦，不然的话，这铁定是这要去花心力去张罗，哎。但是我觉得，其实这表示说，其实足球运动在这段时间，我觉得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心啊。那足球协会其实你们也是，就是努力在推动这个活动，而且把这个球员的这个福利待遇，其实都有不断的在提高。嗯嗯，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台湾的足球运动在这段时间呢，可以表现得越来越好，然后可以得到更好的成绩，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想说，我们这个东亚杯啊，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足球选手在那边去参加，可是为什么只有女足没有男足啊？哦，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这一次东亚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只有办决赛圈，那他就取前四名的国家去参加，所以女足这边是中国、日本、韩国、台湾，那男足的话就是中国、日本、韩国、香港。嗯，那台湾因为我们的男足排名比香港再低一点，所以在这一次东亚杯就没有参赛的机会，这样子、啊、對，比较可惜，好可惜哦。是。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啊，反正女足的比赛应该也是一样的精彩嘛。对，没错。因为女足的排名好像其实相较之下，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好像听说也是状况相当的不错。是。好像全球我忘了多少，几十名是不是？世界排名。世界排名我们现在是200多里面的38。38？ 对。欸，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已经算就前段班了嘛，对不对？就是有挑战世界杯的机会啦。对。所以其实相会可以分享一下这样子，这几年他看下来。对，就是还有点差距啦。嗯，对啊，跟因为亚洲其实蛮多球队蛮强的。嗯，对，然后他们也都在世界排名的大概30以内吧，所以我们这个东亚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要跟超越我们10名以上的那种排名来去。因为现在你说是，你刚刚说40名嘛，对不对？对。那如果现在是40名，那我想说参加世界杯的门票是指32名以内。嗯。那也就是说，其实就差了差不多7-8名。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努力拼一点点，如果再加上一点点好的签运，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挤进前32，这是有可能的，对吧？嗯。哎、欸，怎么突然间不敢讲话？不是，因为他的排名是，不知道怎么说，排名跟打不打进世界杯不一样。懂，我懂了，我懂。对，所以说我们刚才说，我们这现在大家东亚杯是我们的备战，但我们的目标还是明年2月份的这个附加赛、嗯，世界整个世界的十强三，因为那个是最后三张2023女足世界杯的门票。嗯，对，那所以不管是湘会啊，或现在已经在日本球员都好，大家现在。其实我们这2-3年来努力的目标就是让台湾希望可以重新回到世界杯的舞台上，对，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达成的心愿，这样子。嗯，那其实我们现在除了东亚杯之外啊，如果说今天台湾的观众他想要看一些台湾的足球比赛，因为像如果今天是职棒的话或篮球，我们都有很多的联盟赛可以看，那如果今天是台湾的观众，我们想要看台湾的足球比赛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啊？我是想像这个礼拜其实我们周末我们的弃甲男子企业联赛我们就会重新开踢，所以如果打 ctfa.tv 你就可以在上面找到我们的这个比赛的影片。那像维泰他们五人制他们是上礼拜才刚结束，我们其实在每年的2月到7月我们有五人制联赛，也是在周末，所以其实在 YouTube 上面足协在这4年我们尽量做到就是所有的男足女足五人制联赛都可以在网络上或者是在我们合作的电视台，像今年是博斯、就可以看到，像他们女足相会他们女足是前阵子因为这个要备战东亚杯所以稍微休息一下，那在8月回来以后我们的女足又会继续开始我们的赛事，那这些都可以在网络上不管是 YouTube 的我们足协频道或电台上面都能够看到台湾球员在我们国内去奋战的身影，这样子。哦、OK、欸，有观众说，其实希望那个伟泰可以讲一下五人制，哎，对啊，对，但我们五人制刚比完赛，上礼拜才刚比完而已，所以最近没有什么好看的。最近的话，我们在备战就是9月的会内赛，亚洲杯会内赛。OK， 所以我们等于可以说，我们的7月的下半，我们可以去看东亚杯。对，8月可以看什么？8月的话，国内联赛。国内联赛啊，国内联赛，所以9月的时候呢，就可以看五人制的，所以7、8、9月我们分别都有节目可以看，然后到了差不多10月还有东西可以看吗？10月回到国内，我们国内的这个企业联赛跟女足会继续启动，
OK， 对，所以到了十一月的时候呢，就衔接世界杯。对，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只要这样七八九十月一路看下去，其实大家不知不觉的，你知道吗？就是一方面支持足球的这个运动，而且呢，也可以为这个世界杯做一些暖身，让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足球运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顺便其实也可以了解台湾的足球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而且协会这边其实也是刚刚有提到，这些比赛呢，可能尽可能都会在一些合作的频道，或者甚至于在网络上呢，尽可能做一些转播的动作，所以让大家不管是到现场去支持，还是在网络上或电视上看，其实都有机会。对，没错。好了，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台湾的这个足球的运动啦齁。那今天在这个最后，我想问一下湘惠、伟泰还有这个秘书长，你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分享给我们观众？最后这样。什么话？对，就是很希望大家台湾的，不管是一日球迷还是就是中心的粉丝，就是都可以来关注我们台湾足球。对，不管是男女足，然后啊，也要支持一下我们女足工会。对，因为我刚刚说出来，我刚一直误会，因为刚他们跟我介绍的时候，他跟我说，湘惠是那个理事长，我一直以为是就是足球协会的理事长，结果不是，我心想说，其实我有点搞不太懂你们的那个分就是工作上的分类，就他说是工会的这个理事长，球员，我是球员，球员那个工会，对，所以为球员成立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球员他就是整个球员一个应该算是自己组织成的一个工会，对，然后他是面对像球团还有协会这边劳资方的关系这样子，三方，然后要去做一个协调，或者是可以希望我们球员呢、就是有这样子发声的平台。哦，争取一些可能球员的权益。哦，对，所以最近有争取到什么比较实质的可能有用的权益？比较实质是靠近最近东亚杯，就是我们有争取不是争取了，就是跟协会这边有拟定一个叫做合作备忘录，就是那个保险的部分，对，球员保险这部分。所以以前没有保险，去踢球没有保险？以前就是应该是旅平险。哦，旅平险。对，那所以你说的保险是比较像是发生运动伤害的保险。对，然后失能的那种。踢足球踢到失能，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吗？这足球是很危险的运动、哦，所以其实你场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解。对，所以我觉得有这种保险，然后跟就像我们之前上一阵子是亚洲杯蓝翼，对，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在比赛的时候蓝翼的，对，所以在保险这部分，所以就有跟协会一起拟定，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计划，保险的计划，了解规划出来这样子。好啊，那我们看一下伟泰，你有没有什么要分享，针对教练或者是五人制这部分 ？OK， 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五人制这样子。那我们在八月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全民运，就是第一届的全民运五人制比赛这样子，就是有点像全运会这样子的比赛这样子。然后九月的话就是亚洲杯会内赛，那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多，就是如果联赛继续开始比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多进场，因为反正我们是室内啊，有冷气，所以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多进场关注我们一下。对对 对， 對。五人制足球，如果我想去看的话，我要看去哪里找到赛事相关的资讯？其实协会还有那个 FB 上面都会有 PO，、就是、我搜寻足球协会的这个粉专，然后上面可能就有 PO 这些赛事的资讯，到哪里去看？对，对对对，就是可能每个礼拜可能会有主客场，像目前会有主客场制这样、okay. 所以可能会有苗栗啊。屏东啊，然后桃园啊，等等之类的。OK， 对对对对，好，那谢谢这个伟泰的这个介绍。那最后秘书长啊，副秘书长，对不起，就其实刚刚两个球员这样讲，你这样我可以回想一下这四年了，就是我们这四年其实在座都是一直让球员不会觉得自己被遗忘。就是说尽可能的平等的照顾，不管是男足、女足、五人制。那当然男足他不可讳言，他一定是台湾最容易被看见的，因为有像年底世界杯，他就男足世界杯。但对每一个球员而言，其实他们在自己的舞台上都应该被看见。所以像呱吉刚刚讲的，我们所有的赛事顶级联赛，我们都能够争取到转播，让他们被看见。那待遇上、制度上也是这几年慢慢的调整修正，就是说，也可能不一定每个协会都能做到，但至少足协这边我们会做到说，让球员们在为国家比赛的时候，至少是他们不用去担心说啊。零用金拿不到，
薪水拿不到，保险保不到。像这次跟女足工会在做保险这一题的合作也是这样。那、哦、不确定说这么做到底对不对或好不好，但至少我们会说这四年来我们尽量做到的是，大家不会在网络上看到球员跳出来骂足协。好像2018年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在上一任的时候曾有过、啊、那我们就靠就抗议说什么出国比赛然后待遇太低如何什么的、衣服要自衣服还是什么的忘记了，那要自己买什么的。没有啊，有啊，对，亚运的时候我忘记，亚运的时候是欠薪、对，欠薪之类的，欠薪啊，对，薪资拖欠、哦、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台湾单项协会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被骂啦，那个也是很正常。那我们就说至少我们的心态就是啊，我就怕被骂，所以就尽量做到符合球迷的期待。因为我自己是球迷出身，所以我们会知道说怎么样是一个可能正常的制度。那也希望说这些制度能够让球员在自己不无论是现役或者是退役以后，他们都能够觉得说，哎、欸，参与这项运动是好的，或者是至少不委屈的。那我觉得就很棒了，对啊。好，那我觉得这个副秘书长本来应该是从事别的工作嘛，对不对？啊，对，我那现在这是全职做副秘书长。对，这四年很有趣的体验，对对 ，OK。所以算是这四年，你从一个本来有做其他工作的人，然后变成全职一个球迷，变成全职投入到这个足球的行业，对你来说应该算是有一点像美梦成真了、哦、或者是说梦醒时分之类的。梦醒时分，因为发现了很多残酷的现实。你当球迷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世界都怎样，国际都怎么样。嗯。可是到现第一线，你就发现，我靠，这个已经不是骨感可以形容的了。对，就是。很多台湾足球我们正在向前走路上还要克服的东西啊，那只是 这四年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把一些改善的东西慢慢填起来。对 OK， 好了，我们希望副秘书长还有这个可能像湘慧啊、伟泰啊，你们这些年轻的心血可以为台湾的足球运动带来一些 不一样的气象、啊、因为台湾很多单项协会也没有要批评任何人啦，但是、啊、也是批评很多人。但就是其实有时候被大家去批评，就是在于说他们可能是在因循一些可能传统守旧，或者甚至没有照顾到一些运动员的福利，所以常常被人家诟病。那足球协会在这一点呢，可能过去这四年，我想相信，因为是真的有做到一些成绩，所以在足球的这个领域当中，我想是有受到比较多的这个运动员的肯定。那也希望可以继续做得更好，那也希望足球的成绩可以更加的这个。提进世界杯啦，谢谢，好不好？谢谢郭嘉晶。7月20一定要看我们比赛。好了，7月20号可以去看一下哦，东亚杯女足的比赛，去支持一下。艾尔达转播，艾尔达转播、哦，对，好不好？好了，就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谢谢这个足球协会的啊、这个焦密副秘书长韦泰还有湘慧。好啦，谢谢。那谢谢谢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我们等一下回到我们本来的电视指南的部分。谢谢谢谢。好了，谢谢。谢谢。哦。要拍这个可爱的。哇。上面看得到吗？看得到。谢谢。が狂いそうな私は家での計画を事故に移してみる。荣恩，生日快乐哦！
されていても大丈夫。ああ神様の気まぐれなその見てに救い上げられて、ああ私たちは这首歌呢叫做 Orphans， 就是孤儿的意思哈，来自一个乐团叫做 Cero S E R O。那我们希望台湾所有各种单项运动哈，它的运动员都不会变成孤儿。谢谢阿雄啊！耶，刚这首歌《Orphans》哈，来自 Cero C E R O 这个乐团哈。然后接下来哈，接下来我们还有包含什么动画部门、电影部门，然后还有这个漫画部门。漫画部门通常都是我这一次这种环节最荒唐的，因为我其实看漫画人口应该来讲是我直播节目上比较少的那一群人。但是问题是呢，因为我真的常会看一些超奇怪的漫画，所以今天我也准备了很多奇怪的漫画，在今天最后会分享。那依照惯例，你知道吗？上次我就忘记了，春节的时候我就忘记了，一定要来一些色色的环节。所以今天最后的最后，我会保留一小段讲我最近看的色色的东西，然后呢，让那些其实想要了解一些色色内容的人哈。在深夜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好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该有的东西都还会有。但是因为我最近动画看的比较少，所以我先讲动画。动画我最近有看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呢是这个，我推荐大家了，应该说是他们都是最近的新番，我觉得可以看的。一个东西呢是这个《来自深渊：烈日的黄金箱》，我以前就已经介绍过，《来自深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酷炫的作品哦，它不但是充满奇想，而且呢又非常的残酷，然后呢异色。而且还充满了这个作者他非常怪异的性癖好，所以我觉得推荐大家看。哦，他终于出现了他的这个新的一季的内容。那因为才刚刚开始，目前好像才出两集而已，在那个巴哈姆特的动画风上面可以看得到。但是我觉得，所以我还不敢说他到底会不会是一个超级杰作，但是我已经真的是期待万分。所以这是我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就是真的很期待、很兴奋想要看到的内容，所以我也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开始在暑假当中追《来自深渊》，不管是动画、漫画都好。如果前面完全没看过，可以先看漫，可以考虑看漫画啊。如果呢不想看漫画，动画前面已经先有一部了哈，这个什么《深渊黎明》什么之类的，我已经忘了名字哈，那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动画风也都还有
啊，还有一个电影版，大家可以看一下，超级棒哦，好不好？那另外动画部门呢，还有一个新番，这个新番是在 Netflix 上面，我目前只出两集而已，但是我敢跟大家打包票，绝对值得期待。我所有那些不看动漫画的朋友，被我推荐去看了之后，全部都赞不绝口。这个东西呢，刚好也是异世界转生系列。通常绝大多数哈，这种不看动漫画的观众，只要听到异世界转生，一定是觉得想吐、恶心，因为他们觉得这东西不是臭宅才在看的吗？没有，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就算你不是臭宅，你都可以欣赏它的内容，因为它真的是太有想象力，而且非常好笑。这个东西是来自。哦，不对，异世界归来的舅舅，我跟大家推荐哈，异世界归来的舅舅之前其实我曾经介绍过他的漫画，其实是很好看的。那他现在终于出了动画版本，我不得不说哈 ，Netflix 真的是很会挑题目。Netflix 真的，他每次讲到动画这个东西的时候，他都知道要挑什么，所以他就推，我就推大家了哈，异世界归来的舅舅，大家可以看。不过讲到这个哈，就有另外一个作品稍微可以提一下，但我没有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看。也是 Netflix 他挑的，就是那个暗黑的破坏神。然后，可是异世界舅舅哈，我刚这样讲，我可能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到底好看在哪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异世界的舅舅呢，他的设定就是假定有一个年轻人，他突然之间，然后呢，就是被车撞还是干嘛的？因为异世界转身的那种起头，常常都是发生车祸，然后呢出事，然后就到异世界去了。这个是异世界转生的一个基本桥段。那他发生了这样的状况之后，他到了异世界，然后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都老了，变成中年大叔了之后，他突然之间又回到了人世，因为他那个时候之前被撞到瘫痪嘛，躺在床上，回到人世之后，这个他的亲戚来接他回家，这个时候他居然带着他从异世界带回来的超能力、魔法、战斗力。回来，这个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这时候就发现，这个作品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因为他去异世界的时候，正好是 Sega Saturn 跟 PlayStation 这两种主机正在大战的时刻，而那个时候，这个主角异世界的归来的舅舅这个本人哈，他是 Sega Saturn 的 fans， 所以呢，他回来的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 Sega Saturn 跟 PS 的主机大战到底谁赢了？其实如果以后见之明，你本身是游戏玩家的话，你就知道 PS 赢了。Sega 现在哈根本就已经退出这个游戏机的市场，他完全放弃了，甚至连游戏哈都没什么再出了。以前其实有很多 Sega 出的这个知名的游戏，什么沙漠啊、飞龙骑士啊，现在在哪里？续作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哦。Sega 完全放弃了，但是在当年。Sega 曾经是一个强到可以跟 Sony PlayStation 一较长短的一个超强的厂商。我不得不讲哈，当年我也是站 Sega 派的。我不只是 Sega Saturn， 我跟你讲，我还有买 Dreamcast。Dreamcast 是 Sega 这个主机厂商、这个游戏公司出的最后一代的游戏主机，买的人超少。可是我不得不说，上面的杰作超多，我到现在都还是不能懂这个世界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Dreamcast 上面的名作超级多的，杰作超级多的，超级好玩的游戏，都是 PlayStation 上看不到的那种非常具有创意的作品，什么《太空频道5号》啊，或者是《Biohazard》的《圣女密码》啊，妈的，都是超赞的作品，但。你知道吗？这个异世界归来的舅舅，就是在讲这种人生站错边的这个人，这个社会边缘人。我觉得他选择了一个非常酷的点，就是在当年 Sega Saturn 跟 PlayStation 主机大战的时候，选择站在输的那一方的人。所以就是说，他是社会边缘人的角度去看待。当他这个社会边缘人选择错误的社会边缘人。隔了十几二十年，再度回到人世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新世界，这个社会边缘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我觉得在这部分的描绘，他真的讲的是太好了，所以我觉得也很有趣，欢迎大家可以去来看一下，好不好？这个作品真的很赞。那另外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就是暗黑的破坏神 Netflix 挑的另外一个作品 Netflix 之前其实有很多就是他自己
去谈授权啊，然后做的一些动画，其实成绩也都相当的不错。那我觉得《暗黑的破坏神》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很多跟我同一个年代，就是今年四十几岁的大叔大阿伯，听到《暗黑的破坏神》要动画化，全部都兴奋到一个不行。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只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或者是你从来都没有在看动画，就像我老婆那样，他们铁定是完全想说，诶，喂，这个东西很重要吗？暗黑的破坏神听都没听过。没有，我跟你讲，当年他超级爆干红的，好不好？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因为那个啾啾重新复刻，然后做动画很受欢迎，甚至成为新一代的一些迷因，都变成是跟那这个啾啾冒险狼有关，所以很多人就会年轻的这个动画迷哈，年轻的动漫画观众会同意啾啾冒险狼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作品。可是你知道《啾啾冒险野狼》当年红的程度，其实也不过就是跟《暗黑的破坏神》差不多。当年《暗黑破坏神》红的程度绝对不会输给《啾啾冒险野狼》，甚至可能超过也说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那些少年漫画迷里面，他不只是他的想象力，他对于奇幻故事的描写还有他的画工非常的精彩之外，而且他还很色，完全打中了那种十七八岁甚至十四五岁那种青少年的心理，那颗最柔软的角落，非常的好看的东西。所以后来他重新动画化的时候，像我们这些大叔阿伯，我们马上就觉得说，干，这一定要看。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打算要推荐给大家？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他刚一出来我就推荐我的老婆去看。我吃饭时间我就说，欸，这个很经典耶，你一定要看，我们一起看。结果我觉得我在吃饭的时间看了两三集，我老婆表情都是没有什么起伏，也没有说不好看，但也说不上来就是她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整个气氛非常的尴尬。我后来也不敢再跟她提说我没办法继续去追这个影集，因为她看不懂。不是说她看不懂什么里面的奇幻设定或者看不懂她的剧情，不是，她看不懂这个东西到底好在哪里。我在跟他看的时候，我也站在他的角度去看，我突然之间可以理解，如果站在一个普通的观众的角度，他一定会觉得这种 What the fuck，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一直在露奶，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为了不想破大家梗，就是说我不能讲他的剧情，因为也许你还是会看，他真的在设定上有一些很可爱、很有趣的地方。他虽然看起来是奇幻故事，但他其实是科幻故事。它是看起来像奇幻，但其实是科幻的一个故事。但是我真的很难解释，所以我也只能说哈，就是你可以试试看那个画风，你能不能接受？如果可以的话，点开来看看，搞不好你会发现，哇，这东西很赞呢，好吗？好不好？就是这样了哈，跟大家说一声啊，给大家这个小小的推荐一下。这个 SYUAN 说什么好久没捉到这个追到这个直播，但会员还是依旧，最近开始学校实习，工作环境换了，但发现焦虑还是没有办法减少，幸好刚下班还赶得上呱呱。谢谢你隔了这么久都还没有取消掉会员，你真的是很赞。结果今天晚上听完然后发现没有疗愈到，所以决定把会员给退掉。好啦，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跟大家说这个是这样，但我最近动画看的比较少，所以呢，动画部门我就不讲太多了啊。然后呢，这个电影部门哈，我接下来讲进入电影部门。电影部门呢，我这边有几个推荐哈。我觉得最因为现在农历七月快到了，所以我就想一想哈，我就跟大家介绍几个恐怖片，我觉得还不错的。如果你没看过，可以看一下的内容哦。第一个我觉得是看鬼屋啦。鬼屋就是 Cabin in the Woods， 就是森林当中的小屋。他是雷神索尔的那个演员，然后他的算是大红以前的时候，大红以前的作品。但是他作为一个恐怖片，其实算是非常有创意的。简单来说，就是一群吸音啊，一群这个无聊的青少年，他不小心闯入了森林里面，然后森林里面看到一个小屋，他们躲进去住，结果没想到哦，那个小屋发生了非常多诡异、难以理解的神秘事件，但到底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我不知道，
哦，这个最后的解谜其实过程其实蛮重要的，所以我就不能够爆雷，没有打算跟大家讲。但是这个故事为什么在当年哈，在我忘了这是多久了，七八年以前吧。当时他一上，马上就获得了普遍的非常好的评价，票房也有相当好的成绩。原因就在于说，他对于他，因为很多恐怖片最糟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前面气氛很足。但是后半段，当他要解开这个到底这个神秘事件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的时候，整个就烂掉。然后打魔王的时候呢，然后处理的更烂。然后呢，歹戏托棚弄了半天，最后把魔王杀掉，因为最后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魔王一定要杀掉了嘛。杀掉以后，杀掉的那个杀他的过程又冗长又无聊。然后呢，最后魔王终于死了，然后呢，他居然还重新复活一次。因为通常恐怖片一定是这样，你以为你杀死他了，结果他突然之间。会来最后的回马枪，突然之间就醒过来，好像要在最后的一集，但是主角就把他干掉。但是最后呢，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大家都以为要结束的时候，恐怖片，尤其是好莱坞恐怖片，一定会再来一个，就是原来他没死。但是鬼屋在这部分的处理就做得相当不错。所以如果你最近你没看过这部经典的齁，现在 Netflix 上应该看得到。然后这个我觉得鬼屋是值得一看的。另外，香港有一部片、哦、如果你没看，当时院线上没看，后来上了这个串流，你也没看，你可以看，就是僵尸。我忘了僵尸在哪一个频道上看到，好像 Catch Play， 可以看得到。Netflix 我不太确定，可能也有。然后可能 MOD 啊，或者很多就是有电影串流的频道，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找得到。就是僵尸，僵尸他找钱小豪来主演哈、哦，钱小豪刚好就是以前在港片就是非常非常火热的时代。然后呢，他就是演钱小豪就演了非常多鬼片啊，或者是僵尸片。那他就请这个钱小豪呢，演一个有一点像是自己的角色，就是当年演了很多这个脍炙人口的电影，但是因为年纪大了，然后呢，这个香港电影市场也不像以前活络，所以最后呢，就是有点混得不太好。在这个情况底下，然后住到了一个看起来闹鬼的房子里面。最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部片呢，如果你今天没有看过这部片的话，我极推荐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复刻了很多经典香港鬼片的一些要素，而且处理的不落俗套，甚至于说一些恐怖的地方，该恐怖的都有让人不寒而栗。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看这种香港式的鬼片，那我觉得僵尸呢，就是蛮值得一看的那个内容。哦，推荐大家僵尸哈。另外，当然的。一定要提的就是最近这个礼拜还是上个礼拜我忘记了咒这个作品呢，它刚好上了这个什么全世界前十名的这个排行榜，不是只有台湾哦，全世界前十名的排行榜非常的热门。香港啊，像是那个不是香港，日本小岛秀夫，就是之前那个潜龙谍影哦，特工神谍的这个游戏的制作人，他还有在他的推特上发说，哇，咒这个电影出了哦，也推荐大家去看。然后呢，全世界很多区域，什么印度啊、韩国啊，然后呢都有挤上前几名的排名，所以可见受到相当多人的欢迎。啊，之前上院线的时候，很多台湾人看了也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那我推荐大家看，是表示说我也看了，然后我也觉得很棒，我要推荐给大家吗？没有，我在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其实我没看，然后。但是我要跟他讲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都看，他们觉得很好看啊。为什么我没看？因为我老婆不敢看。我跟你讲，我老婆很喜欢看恐怖片，然后她很喜欢看好莱坞的恐怖片，她喜欢看那种杀人魔把人这个什么肚子给割开、肠子流出来的片，她都会觉得很赞。她超爱看这种东西的。可是她超怕看亚洲的恐怖片，她只要想到那种亚洲那种闹鬼的，什么泰国啊，然后日本的啊。那种重气氛的恐怖片，他真的会觉得很恐怖，他会吓到，他不敢看。后来我给他看了咒的这个预告，他一看就说这个片我不行，我做不到。他说我做不到，我不能看。啊，我心里就想说，干他不看，那我就找不到机会去看，所以我也没有到现在都还没有机会看。我曾经问他说，电影院你不敢去看，因为电影院的那种恐怖效果铁定是比较强的。所以说，我是跟他说，电影院你不敢看是不是？那现在 Netflix 上了，我们在家一起看怎么样？他说我不行，我就是不行。他说他想到就觉得全身发麻，他说做不到。所以我跟你讲，我后来现在想到齁，要让老婆愿意跟我一起看咒，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在上班不要看这边的办公室，办一个咒的欣赏会，就是找一些已经看过但想要二刷的，还有一些没看过哦，想要在电视上补看的，我直接办一个 party， 然后现场找个十几个人，
然后呢，大家一起就是坐在这个客厅里面，一起看。然后呢，每一个桥段，只要拍的有点烂、有点鸟、有点可笑，全部的人都在那边吐槽。这种哈、哦，一群朋友一边吃爆米花，一边喝啤酒，一边干掉的这种看法，我相信这个咒就会完全不会可怕了。所以，我们原本有约啊。对。上班不要看，原本有约说要看，但是一直没有实践，所以我心里一直在想说，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没有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践了、啊，所以我想说最近这一个两个礼拜，我想说我就在上班不要看，规划一个像这样的这个咒 party， 然后呢，然后我就可以叫我老婆一起来看啊，我就可以看了，好不好？这是我现在的希望。然后这个咒呢，看起来目前全球真的很热门了，所以我相信它一定是真的不错。那大家可以哈。如果你也跟我老婆一样，到现在都没看，然后你也有点好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考虑跟我一样的做法，开一个咒 party， 好不好？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推荐哦，是动画。目前我的观察是 Catch Play， 然后 Netflix 我不太确定有没有，然后动画风也有，反正其实很多的串流频道都有上，就是《妖兽都市》。《妖兽都市》哈。80还是应该是80年代的经典啊，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80年代，但是我看的时候应该是在90年的时候，我后来在那个那时候是还是录影带，不是 DVDS 的时期，我去买录影带，然后在我家里面放，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作品非常的异色，非常的喜欢，然后后来妖兽都市我不太确定香港有没有买版权，也可能是他自己就直接翻拍，因为当年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他拍了一个同名的作品，也叫《妖兽都市》，里面的一些剧情跟世界观的设定呢，有相当的相近，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妖兽都市》那个里面其实有一个演员，就是那个谁啊，四大天王嘛，就是那叫什么？对，黎明有两个四大天王，一个是黎明，还有一个是那个谁？张学友，对，黎明跟张学友都有演。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哦，袁和平在里面还演那个研究所的所长，哦，什么超能力研究所的所长，就是那个很知名的那个武术指导。然后在里面，他们不是有一段就说这个那个他演的角色叫什么？阿强，我想起来了，阿强就是那个歌神叫什么名字？张学友，对对对对，我刚刚现在脑子有点残。张学友的那个角色叫阿强，然后那个所长就是袁和平演的角色，我到现在都还印象很深刻。他对他讲了一句话说：“阿强，你是人，不是妖兽。”就是因为他因为张学友演那个角色是混血，一半人一半妖兽的合体。所以呢，他在这个他很想当一个好人，可是因为他有妖兽的血统，所以常常受到歧视，所以因此导致他的心理极度的不平衡。在那个他有一点无法控制自己妖兽的那一面，要暴虐残暴的那一面要爆发的时候，那个袁和平就直接跟他讲说：“阿强，你是人不是妖兽。”我还记得在我年轻时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句很好笑，所以我很常模仿他。我只要有看到有任何一个朋友或者是我老婆啦做了任何奇怪的事情，就是行为很怪异，我就会跟他讲说：“圈圈圈哦，譬如说蔡秉淳，你是人不是妖兽。”就喜欢模仿这一句，但不是重要。这个80年代这部动画非常红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了这个作品，当时我就觉得说这东西真的很精彩。然后这个作品的原作叫菊地秀行，后来还做了很多当时在90年代很红的漫画作品，像是魔界都市，然后什么魔界转学生，然后很多啦，我突然之间有一点点忘记了。我真的是觉得这部片齁，如果你喜欢异色类的，然后的那种就是有点残酷，然后妖怪魔兽这种类型的作品的话，哦，真的是可以看一下，因为它是80年代的经典，有一些想法到现在来看都不会觉得它落伍，很酷很棒。那这一部片的这个代理商，哦，后来代理到台湾的那个片商，哦，他们其实那个老板刚好我有一点认识，那他偶尔还会在网络上传讯息给我。他之前曾经进口一部片，就是《吸血鬼猎人 D》，也是差不多同一时期的那种异色作品。他当时会进《吸血鬼猎人 D》，就是因为觉得说，哎，这个作品很酷，然后呢，他就进这个作品来放在院线，然后那时候成绩也相当的不错。
后来他就问我说：“哎，你觉得还有什么片可以上？就是他觉得类似的，因为那时候《吸血鬼猎人》第一的表现在电影院线的表现算不错。他就问我说：有什么片你觉得类似？你觉得可以进来，然后复刻一下，然后大家还是会进这个电影院买单的？当时我就跟他讲说：啊，就这个《妖兽都市》啊。他当时就说：我有看过《妖兽都市》，可是他说我有点不能接受这个内容，因为他说哈，《妖兽都市》里面有什么强暴。”然后有一些很残暴、很对女性不太尊重的一些画面，他觉得在80、90年代看可能还算可以接受，可是现在这个时代看，他觉得已经有点超过，而且以他个人的道德观来讲，他甚至于觉得说有点不太舒服，所以他当时就说，妖兽都市还是先暂缓啊，想一想再说。结果讲着讲着，隔了大概半年、一年吧，因为我刚刚讲完之后，隔了好长一段时间，突然间我发现他进了妖兽都市。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讲的话有影响到他，可是好像当年《吸血鬼猎人》第一呢，在电影院的表现上算是相当不错，可是《妖兽都市》呢就蛮糟的，好像卖的不是很好。我当时其实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觉得说，干我是不是给了一个馊主意？那因为通常来讲，他们这种类型的这种动画，虽然是老动画了哈，上了电影院院线，然后之后隔了一段时间，其实还是会上到串流的平台，给那些没有去电影院的人再去欣赏一下。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现在很多台湾的串流平台都可以看得到《妖兽都市》啊。如果哈你之前没有去院线看啊，你以前80、90年代也没看过，非常好奇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来看一下了哈。好啦，大概就是这样哦，推荐大家。I'm sorry。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有时候心里想起来还是有点酸酸的。那我觉得刚讲都是在串流平台上可以看的嘛。那顺便提一下，其实我上个礼拜有去看《雷神索尔四》，我后来看完之后，我发现在网络上对于《雷神索尔四》的评价非常的两极，有人说超雷，有的人说很好看。到底它是好看还是雷？其实我不知道。那超立方好像有拍影片讲，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讲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我没点开来看。我蛮好奇他会讲什么的。我必须要说，很多电影，我对于电影的观点，我常常都发现，其实我跟超立方南辕北辙。我不知道，然后我不知道他我的观点是不是跟他一样。然后，但是我在录这一集的新资料夹，就是礼拜三，我跟跟彩玲他们录新资料夹的时候，没有我知道啦。我跟彩玲他们录新资料夹的时候，其实我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聊到奇异博士，然后当时我就说奇异博士超难看，可是因为彩玲跟东叶觉得奇异博士没那么难看，所以他们就说你是不是受到这个超立方的影响？我当时又跟他讲说没有这回事，就真的很难看，我根本不知道超立方讲了什么。但不管怎么样哈。我要讲一下《雷神索尔四》，我是站在我觉得他不错看的立场。其实我觉得不错啦，我必须要说他有一些笑话，有一点老派，有一点硬要。就是你知道吗？因为本来这个《雷神索尔》三四的这个走向，还有包含这个导演的兴趣，都是比较偏搞笑的，有一点喜剧风格，有一点恶趣味，有一点坏品味。但是我不得不讲。第四集是真的有一点，有一些笑话，我在看的当下我都觉得有一点微尴尬，尤其是前半段。但是我认为整体来说还是瑕不掩瑜。然后后半段呢，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面对他的敌人，虽然我觉得他有一个不可否认的缺点，就是他的反派深度有点不太够。然后呢，强度的设定也有点难以理解，所以你不知道这个敌人到底有没有什么，就是，譬如说，如果他是毁天灭地的角色，像萨诺斯一样，那打赢他当然是很史诗的一件事情嘛，很酷。可是你分不太出来他到底强还是不强。然后呢，他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的动机也没有说得太清楚。所以这部分这个反派的设定是真的让人觉得有一点小遗憾。可是我认为，除了这一点之外，其实其他大部分的环节我都觉得其实是精彩的。那有一些很多怀旧电影的元素，然后呢80、90年代的老摇滚，这些东西其实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愉快。所以看到最后的结尾，我也不要讲剧情，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没看。然后呢，打完魔王之后，雷神索尔，然后呢去做的一些小事情，然后配上了这个我觉得很好听的这个主题曲，我都觉得哇，看了以后很感动哎。
很不错哎，所以我其实是喜欢的。我看了之后，我觉得那个反应是好的，就像是看了一场很精彩的摔跤比赛。那个摔跤比赛虽然都是假的，是套招的，可是因为它很精彩，然后呢，被打的人然后都做出了够痛苦的表情，摔的时候摔到地上的时候呢，蹦的一声都很大力。然后呢，出场的时候那个热血的音乐，所有的桥段的铺陈都很完美。虽然它就他妈很假很幼稚，可是你看的就是很开心。我觉得这就是雷神索尔士啊，所以我是站在 Pro 雷神索尔士的立场，就是我觉得他是可以的。那因为我也不是特别说你们一定要去电影院看，但我只是想说，最近正好讲到电影这个环节，当然就讲一下我有去电影院看的部分的感受啦。那我也因此有种感觉是，我觉得也许是80、90年代长大的这个小孩，包含我在内，现在他们都站在一个社会中间的位置，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几年影集也好。然后呢，电影也好，其实大家都很喜欢使用一些80、90年代一些流行的元素，像前面讲的《怪奇物语》，然后或者是说现在说的《雷神索尔四》。《雷神索尔四》有一个很奇妙的点，就是我老婆就没有发现，但是我刚刚继续看，就是《雷神索尔四》从头到尾都是 Guns N' Roses 的音乐，因为我老婆可能听就只觉得是哦，听起来是比较老派的摇滚。可是我老婆当年没有对 Guns N' Roses 这么的有兴趣，所以她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每一首歌都是 Guns N' Roses， 简直像是开他们的演唱会。你知道我看完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感觉是：哇，干，好怀念我大学时代不停的 repeat， 不断的重复播放 Guns N' Roses 的感觉。突然间就好想去听他的演唱会，刚好11月。是 Guns N' Roses 在日本要办演唱会的时候，突然之间觉得好不想错过啊！真的哦，好啦，我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我正好有点想小便，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直接放 Guns N' Roses 的 Sweet Child of Mine。
首歌是 Guns N' Roses 的 Sweet Child of Mine。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点半之后了，所以如果有些人想要睡觉的话，我就先跟大家说声晚安。然后呢，等一下最后一个桥段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漫画部门再加上一些色色的内容，色色的内容我们留到最后。然后如果有任何人想我跟他说生日快乐说什么的，我们也是在色色的环节之后，好吗？好，这一段是即兴歌词吗？其实我不知道哎，但这段真的很赞，好不好？这首歌《Sweet Child of Mine》，小时候我会嫌这首歌稍微有点偏流行通俗了一点点，就太好听了。你知道，小时候我那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念大学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常播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可是如果别人问我说你喜欢什么歌，我绝对不会讲《Sweet Child of Mine》，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就太好听了。你那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还会听什么？我会听工业噪音，哎，我会听一些超级另类、实验、前卫的一些乐团。所以如果我跟大家介绍说，哎，我最近听了什么酷团，我如果讲 Guns N' Roses《Sweet Child of Mine》，我就觉得干他妈超丢脸。可是我觉得回过头来，经过了二三十年，摸着良心讲，这才是真正占据我整个青春期最重要的证据。所以我后来在《雷神索尔4》的这个最后结尾听到 Sweet Child of Mine， 而且配上一个我觉得跟这首歌非常符合的一个画面跟桥段，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干赞赞雷神索尔4，谢谢你哦，谢谢你让我重新想起了我的青春时代，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漫画部门。但我们进入漫画部门的时候，我们要先跟大家说一声，说一声好，提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我一定要恭喜一下，就是赤松健。赤松健呢，其实就是什么《纯情房东叫房客》的作者。纯情房，其实我跟你讲，我没有特别喜欢这部作品，因为同样是色色的，有一点微色色，但没有超很色色的这种作品里面来讲，我觉得《纯情房东俏房客》呢，也不是我心目中的超级杰作，我觉得它不过就是同类型作品当中一个也是非常 Sweet Child of Mine， 就是很流行的一个，也没有什么突出之处的杰作而已。但我觉得这个人有一个很屌的地方，就是他最近去参加日本的这个议员选举，而且选上了。而且他之所以去选，就是因为他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对于漫画，对于动漫画产业，哦，可能很多管制啊，然后呢很多这个资源的辅助啊都不够，不到位，所以他决定，哦，站在这个动漫产业的立场出来参选议员，要为这一个产业，然后呢站出来发声讲话，然后他真的选上了，不得不讲是真的很酷。因为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日本其实一直也都有一些可能明星去选什么知事，就是日本的市长，然后选上的，有一些搞笑演员其实都有选上哦，这些一些地方的政治人物的一些要角，但是也不是说，我觉得以这种漫画界，
或者是这种创作者界哦出来选，而且有选上的，我觉得这算是一个非常难、非常少见的一个潜力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还是要跟他说一声恭喜，我觉得他非常棒，你们赞的哦，赞的。然后，那我觉得漫画部门呢，我先介绍几个比较普通的哈。第一个是我觉得大家提醒大家，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电锯人》新的一部已经开始连载了，第一集已经出现了，第一集精彩，就跟过去第一部的状况是一样的，第一集很好看，好就让人觉得对后面的剧情才充满了期待。那是什么呢？反正你自己去看。啊，电锯人反正第二部啊、哦、开始连载，本来以为这个作品是没有后续的，因为它第一部已经非常的完整，它就在这边直接断掉完结，你都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问题。通常来讲，我们都超怕这种作者啊，不断的连载，最后越来越烂尾。可是我觉得这个作者哈、哦，他的开头这个第二部的开头做的实在是太精彩了，所以你会有一种不会第二部还是会一样好看，所以推荐大家，如果你还没注意到，赶快去看电锯人。另外有一个作品，我觉得你如果光看画风哈、哦。你可能会有一点点，我觉得一般现在目前流行的这种青少年漫画的这种角度，你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能接受。可是其实我觉得它的剧情算是有趣的，如果你喜欢那种热血战斗漫画，它正好是带有一点点奇妙的色彩，但是呢又是我觉得是正统那种战斗青少年那种热血战斗漫画当中的这种基本架构剧情的这种作品，叫做 Genius 哦。Genierth， 我不台湾好像我没有找到什么正确的译名。我先讲今天的漫画部门哈，有的漫画我是看正版的，就台湾有出，我就是讲正版的名字。但有一些台湾没有出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的，那我就只好讲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名字。这个我没有找到他的正版，所以他叫做 Genius 哈 ，Genierth 哈，压切连界就是之前高分少女的作者，那他做了另外一个漫画，就假定就是这个是地球人突然之间有一定比例的人口，然后呢拥有了超能力。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这不就是 X-Men 吗？不就是这世界上许许多多这种热血超能力战斗漫画的起点吗？全部剧情都是一样的、啊，可是因为他的画法有一种独特的爽快感。那虽然他的画风真的是有点丑怪，但是我觉得推荐大家去看看，因为他的剧情推演的方式真的跟这种正统派本格派的超能力战斗漫画呢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好，推荐大家看一下《Genius》哈，越看会越爽。那另外呢，我也推荐大家看 G-Men，G-M-E-N。这个作品好像连载很长一段时间了、哦、那我最近才注意到它，它是那种有一点像湘南暴走族或者是 GTO， 就是那个什么教师啊，麻辣教师、哦、麻辣教师 GTO 有一点像的、哦、就是它是在讲青少年高中生，然后呢有一点点混帮派那种 B 段班，然后呢那种学业成绩不好的一群青少年，然后他们互相相处讲干话，然后呢打架，然后呢维持正义那种类型的故事。这种故事从以前到现在就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可是因为这一部作品呢，我觉得它算是画风很清新，然后有独特的幽默感。而且因为它的这个作品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它的名字我到现在还不懂是什么意思，它名字叫做 G-Man。他名字叫做 G-Man， 等一下有人说 G-Man 就是东万，对不对？不一样，跟东万差很多。东万是画得很帅，然后但是越画越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但东万我也有看啊，我坦白讲，但我最近有点快要追不下去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 G-Man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因为中间有太多荒唐的情节，其中有一整段都是在讲这个同志，而且他讲同志的时候，因为很多这种青少年本格派的这种热血漫画，很喜欢把男同志呢有点丑化，或者是刻板印象化。可是我觉得这部作品完全不会，他完全我觉得他对于同志男同志的这个描写，我觉得是非常正向的，而且他也不会特别描写说哦他们可能娘娘腔啊，或者是嘛喜欢性骚扰男生啊，没事就跟说要跟别人做爱，完全都没有。他的描写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正派的，就是一个混混，你也说不出来他特别的阳刚或特别的娘，就是个一般的混混。然后他也没有去性骚扰别人，没有一副我要跟你做爱，可他就是一个 gay。但是这是中后段才出现的一个剧情，所以也不是主角，所以不重要。但是因为那个角色的出现，而且中间出现了一段很 gay 的剧情，所以后来就有很多的这部漫画的观众就留言在那边讲说，干，原来 G-Man 就是 gay man 的意思。但是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啦，因为后来真的是蛮多很 gay 的桥段，所以我也搞不太懂。但是 G-Man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跟剧情的关系是什么。但我只能说，这部片如果你喜欢这种
高中校园故事，然后呢混帮派，然后打架，热血的。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个这部作品啊，近期最佳作哦，可以看，可以看。这个 G Man， 然后还有一部作品哈、哦，这个它是旧的作品，但是我最近它开始出它的算是新一部的连载，我才突然间注意到，然后我跟着回头去看它旧的作品，才发现说，哎，这东西很好看哎，《食粮人类》。食粮人类的意思就是说，它假定地球突然间出现了外星人，这些外星人他们把人类当成食物，他们必须要吃人类，可是因为他们具有高科技，非常高的科技，所以他们跟人类根本对他们是没有任何招架之地的，所以人类对于他们来讲就像是人类在看牛啊猪啊然后这种牲畜一样，他们尝试去圈去把人类当成牲畜来养，然后屠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他会有很多很残酷很残忍的桥段，可是你仔细回想就会发现这跟人类在吃鸡吃牛是完全一样的概念。他就假定有一群外星人把人类当成就是他们生活当中的牛啊鸡啊猪啊这样的牲畜，当人类变成像这样的地位的时候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这故事又异色又恐怖，然后呢又残忍，但是问题是又会让人对于现代的这个社会如何消费这种牲畜的这种文化，你会产生了一些反思。哇干，原来我们吃牛吃猪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恐怖的，如果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想的话。那这个故事本身有一些科幻的成分在内，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科幻作品的也可以尝试看看他的故事描写，我觉得算是相当的不错。那食粮人类他现在已经有第二部了哈，然后正在连载当中，那推荐大家看一下。之前我其实第一部的时候是没看的，后来我因为看了第二部之后，我就把第一部整个把它追完，不错不错不错，赞赞赞赞赞。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要介绍一些胃痛系的作品。这些胃痛系的作品就是说，你看了这个内容，你会觉得哇哦，就是它的故事本身很好看，可能是奇幻故事，可能是幽默哦有趣的内容。但是问题是它就包含了一些元素会让你觉得看的时候很心痛很胃痛，会觉得整个人身体都不好了那种感觉的东西。其中一个作品呢，第一个作品我想介绍的是捡回家的迷之生物观察日记。它是在讲说有一个年轻人，他有一天走在路上，然后就可能莫名其妙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形生物，但不是人类，身上还长鳞片，看起来有点像爬虫跟人类的合体。那他就把它带回家，然后就开始饲养它。但是没想到这一个生物呢好像具有一些神奇的魔力。绝大多数这类型的故事都是一些可爱快乐的然后呢奇幻类的故事，但是没有，它的故事非常的残酷。它残酷的点就是在于说，因为那个它预设是那个主角他其实已经快死了，他的寿命有限，然后他即将要面临死亡这件事情，但他自己本身不知道。而那个神秘的生物，因为他本身知道这个主角即将死亡，那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超能力，是可以让时间回溯，所以他为了不要让主角死亡，所以不断的回溯时间。那主角在这个不断回溯的时间过程当中，他感觉到心力交瘁，非常的这个身心俱疲，他不希望再继续不断的回溯了。所以他想要突破这个困境，可是他也不想死，因为他也很害怕死亡，所以他不断的去寻求可以活下来，但是又不再继续回溯的状况。可是因为这个描述的过程呢，不是那种正向的，会让你感觉到说，好像他会找到一个方法，然后可以跟这个神秘的生物一起好好快快乐乐的活下去的那种感觉。所以每往前进一画，你就越觉得干胃越来越痛。好像心在滴血一样啊，这个故事。所以这个东西我推荐大家齁、哦。然后呢捡回家的迷之生物观察日记。刚刚有观众提到什么章鱼批。欸，章鱼批就是另外一个我也想推荐的。章鱼批，欸，它的全名是什么，我突然之间忘记。章鱼批的什么圈圈叉叉，我这边好像没有写清楚。我突然忘记，因为我本来要写上去，但我突然忘了写上去。章鱼批啊，章鱼批的原罪，对，没错。章鱼批的原罪，我觉得也是近期看到我觉得很屌的。他就是在讲说好像是外星人吧，有一个外星人，那种章鱼形状的那种外星人，然后呢突然间来到人类的社会，然后跟一个小女孩在一起，然后他很努力的想要
改变这个小女孩的生活的状态，可是她没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小女孩其实长期处于被霸凌、家暴各种负面情况的这种情况底下。然后呢，这个章鱼批就是这个外星人，章鱼形状外星人，很努力的想要去帮她改善她的生活，结果没想到，越搞越糟，然后甚至于。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讲，这有点好，这讲一点点，就是，还是不要讲好了，因为这是剧情当中非常重要的转折，就是这个章鱼批居然还造成了就是不可回转的一个意外，导致这个少女，然后呢走上了更加扭曲的道路，所以他的剧情不断推演的过程当中，他画的很像童话故事，因为对于这个章鱼批来讲，就是这个奇怪的生物，他所眼中看到的世界。其实是很快乐的，他很努力的想要帮助这个少女，然后呢，也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可是不管怎么做，都只是把这个女孩子推到更深的深渊里面去。所以这个故事本身就是非常的变态。哦，推荐大家啦，推荐大家这个章鱼批。如果你喜欢这种胃痛系的作品的话，章鱼批是我最近看过最杰出的一个故事。那另外还有一个我最近有看到的，我觉得它有一点点涩涩，然后也有一点点胃痛，就是《兔子和四主》，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这部漫画《兔子和四主》，它其实就是在讲说有一个看起来长着兔耳朵的美少女，然后呢跟一个男主角，然后他们从小生活在一起，但是其实这个少女她是。你一开始看会觉得好像是那种奇幻故事，就是这个男生跟一个有长兔耳朵的女生，然后从小一起长大，但你看到一半会慢慢发现。其实那个兔耳朵的美少女，其实并不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不是朋友。事实上，那个兔耳朵的美少女是那个家庭所饲养的宠物，就像有些家会养兔子、会养小狗一样。所以他有描绘到一个桥段，前面就有描绘到一个桥段是全家人在吃饭的时候，那个兔耳朵的美少女其实是在旁边，然后呢，跪在地上，然后吃那个盘子里面的食物，就完全是一个宠物的状态。怎么了？声音变很奇怪。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问题就在于说啊，到底是……我真的要杀人欸，为什么我在公司这边问题那么多？现在还是吗？橘色那只是好的吗？橘色是二吗？这只是正常的吗？这只是正常的吗？啊，到底是什么问题？你到底是这到底怎么接的啊？我整个已经失去兴趣了。我觉得这不太可能是软体的问题，因为软体不太可能会有这种现象。我觉得是硬体，我先拉掉它再说。而且他们说双声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可能没装好，或者是我觉得是硬体的问题。我觉得硬体，你要不要比如重插什么东西？
喂喂喂喂喂喂喂，现在声音是正常的吗？我觉得我真的，我还要讲吗？我觉得我今天好像已经不用讲了。我觉得我从今天一开始就好不顺了。我觉得我从今天从一开始我就想自杀，然后我觉得我今天从一开始讲话就是结巴的，我没有平常讲话顺利的情况。然后我觉得我整个就是觉得干脆去死好了。然后啊。没有，我跟你讲，因为你刚刚前面的设定，我知道为什么。我如果现在声音观众讲是正常的话，那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因为你一开始前面你叠到两层同一个音效的同样一个音效卡的状况，因为你前面那边是两个叠在一起的声音，是真的两个叠在一起。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你是两个叠在一起啊，你现在是两个叠在一起啊。然后，但我已经把那个叠在一起的部分取消掉了。然后，啊，我现在真的是有一种无话可说感。我现在，好，反正我觉得刚刚讲到那个兔子和四组，然后我把它讲完吧。反正到时候 podcast 还是可以听了，好，在 podcast 再听好了。但我今天其实真的已经有点失去任何的那个动力了。然后，天哪，我从来没有这么失去动力的情况。我真的必须要讲，其实我这礼拜其实心情超级差的。干，我真的这礼拜真的心情超级差的。我已经很努力在振作了，但我真的是已经快要没有办法了，我已经快要死了。然后，好，我真的。怎么会搞成这样？哇，我快要发疯！这集怎么会这样子？这集怎么问题会这么多？然后，好，兔子和四组，兔子和四组，反正就是一个少年在养一个兔子宝宝的故事，但那兔子宝宝是一个拟人的情况。但有些故事本来就是会透过拟人的描写，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兔子其实就真的是兔子，只是他想象中他是一个美少女。所以这样的故事通常也是蛮可爱的。所以有很多这种童趣或者是可爱萌系导向的作品会做成这样。可是这个作品从一开始他的画风就是会让人感觉到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打算要让你好过。因为他当他表现出一家人团圆在吃饭那种和乐的气氛，那另外一只有一个长着兔耳朵的美少女是蹲在地上然后吃那个饲料碗里面的食物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漫画绝对是不正常。而且后来随着这个男主角长大，然后呢变成青少年，那青少年到了那个时期，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美少女，不管她是不是长了兔耳朵，跟一般人类有点不太一样，你多少会对她的肉体产生一点兴趣。就是这一个 moment 这一个时间点，你知道这个故事回不去了。那到底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这边就不讲。但是兔子和四组呢，这个故事呢，我是觉得如果你喜欢胃痛系的作品的话，这部作品不管是画风也好还是故事也好，都蛮值得一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作品啊，简单讲就是他打发时间逐渐堕落的一天又一天，这个也可以稍微看一下，但我不想解释了。还有一个作品虐童父亲终于死了，它是一个真实的，算是有一点像是自传型的漫画。但我这边要强推荐，就是说，不能讲推荐，我这边要特别讲，这个是要看人去看，因为它是自传系的作品，所以如果你很容易受伤，或者是有一些 PTSD 心理创伤，然后呢，你正好跟家暴虐待有关的话，你看这个作品可能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应。但他是作者，这个漫画的作者，他在描述他小时候曾经被他爸爸不断家暴，甚至于有一些非常不当的怎么讲呢，对待的一个过程。然后
他这个故事叫做虐童父亲终于死了。他前面描述很多，因为他爸爸就是从小对他做的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使得他长大之后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然后产生了非常多的障碍，然后他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还有 PTSD。 他里面对于 PTSD 的描写，我觉得有非常精确的地方，是正好跟我一些有 PTSD 的朋友他们的行为的状况非常的相似。因为他其中有一段就描写到说，这一个女主角，他曾经就是可能要搭电车，然后呢搭捷运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就在那个售票门口，因为那一瞬间突然之间那个少年的创伤感，那个创伤感不是因为他看到了什么事情触发他，而是单纯的就是那个时间点，那个东西就来了，那个感觉就来了，所以导致他一瞬之间整个人僵直在那个售票口前面，无法动弹，他没有办法前进，没有办法后退，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话，他就只是僵硬的立在那里。我曾经有一个得过 PTSD 的朋友，曾经描述过他一模一样的一个情况，而这个作者就是在讲说他这各种就是因为小时候被家暴之后，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产生的影响。他非常幸运的是，他其实有交到了一个男朋友，那男朋友非常的体贴，很努力的照顾他，也愿意去理解他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可是不幸的是，即便他都知道，他心里知道他男朋友对他很好，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地方，可是从小到大这个生活经验上的创伤，还是使得他不断的对于人际关系有一些很不正常的期待跟要求，然后让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男朋友，疲于奔命。他心里知道这个很不对，他甚至于觉得这个迟早会使得他的男朋友弃他而去，可是他就是忍不住会去做出这些事情。而这个故事呢，因为它的标题叫做虐童父亲终于死了，所以他中期的一个很重要的高潮就是他父亲因为生病的关系终于要离开人世了。然后呢，他心里一直觉得他只要他爸爸离开这个世界他就会好了，所以他对于这件事情充满期待。可是他的父亲的死亡毕竟不是突然之间发生车祸然后就走了，而是一个生病然后漫长的历程。在这个漫长的历程当中，他的心里又产生了非常多不同的变化。即便是后来他的爸爸终于死掉了，但是他还是发现一件事情，他以为他会 心头落下一颗大石。的确他一开始有这样的感觉，可是他慢慢的发现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这么简单的离他而去。这个故事非常的沉重，所以如果你身边正好有一些可能类似可能需要帮忙的朋友，或者是你希望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跟你一样的人，或者是单纯的你只是因为想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生活的面貌，所以你想去看这个漫画的话，其实我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虐童父亲终于死了这部漫画。他的描写非常的写实，前面刚我讲说什么兔子和四组，他其实都是一些就是可爱的故事啦。你就算他有点残忍，但是你可以都把它当成是一个童话故事或者是一个奇幻小说来看待。但是这个故事铁定是不行的，你看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压力很大。那所以我就说这个漫画很挑人看，可是也因为它是来自于作者的真实经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觉得看这种类型的作品会让你得到一些东西，譬如说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跟你一样处境的人，你会觉得好过一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看，这个是可以看的。那我觉得可以讲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漫画，这个我忘了我有没有介绍过，就是香格里拉开拓意境，奋作猎手挑战神作。这种这么长的名字通常大家就知道是来自于轻小说，然后这种轻小说的作品通常都会给人一种就是很幼稚肤浅，然后呢意淫，就是单纯的就是可能让这个青少年在看这个小说或者看这个漫画的时候觉得哇，我有一个我转身到异世界，然后我超强，我有超能力，然后我拯救世界，打败魔王，类似像这样。但这部故事呢，它有一个有趣的点，是第一个，它并不是转身到异世界，它是在打一个 online game， 一个虚拟世界 online game。可是这样听起来，哎，这也没有很稀奇啊，这不就是之前那个，哎，之前那个拿双刀流的那个剑士，黑衣剑客那个故事叫什么？前阵子很多人都会拿来模仿的。好了，不重要，反正就是这种类型的故事呢，其实前面也很多。然后它并不是特别稀奇的作品，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它的故事描写非常的活泼生动，而且虽然它当然是要描写这个作者呢，这个主角有一些很强的战斗能力，可是我觉得它不至于让人觉得单纯的只是想要满足个人而已，因为它是有故事的。像比如说我刚刚提一个什么刀剑神域啊，对，刀剑神域我个人就看不太下去，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其实有点像是就是说在描写这个主角，他会故意设定一些沉重的背景，
然后呢，他有一些因为一些先天的缺陷，而这个缺陷导致他有一些天赋的神力，然后呢，所以他把缺陷跟神奇的能力合并在一起，然后让人感觉到哇，黑衣剑客又酷又帅，然后呢，这个是这个虚拟世界的一匹孤狼，像这种感觉，这种故事我觉得完全就是为了满足个人，就是有很多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人，他可能也觉得说啊，我人际关系不好，我非常的孤独，我是一匹孤狼，但是事实上呢，其实我可能是天选之人，我有超强的能力，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他们心里获得满足，而我觉得用这种作品来满足自己，我个人觉得超蠢的，所以我看不下去这种作品。可是我觉得香格里拉这部作品，它完全没有给人这种感受，它让人觉得它就在描写一个真的很有趣的故事。这个主角他平常很喜欢玩一些很烂的游戏 ，fun game， 简单来讲是 fun game。这些 fun game 通常因为设定不好的关系，所以导致它难度非常的高。那难度太高，因为游戏历史上其实有非常多类似这种因为没做好，所以导致难度很高的游戏，然后。他就很喜欢挑战这种游戏，然后想办法尝试破关，然后获得一种扭曲的成就感。那他刚好最近这段时间在这个作品里面，然后正好呢有一部大家都说很好的游戏，他就带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因为他以前只玩烂作不玩神作的，他决定去挑战这个神作，结果没想到在这个神作当中呢，他的这种挑战奋作的能力居然使得他获得独特的优势，然后呢不断的闯关。但因为这个过程因为算是画的蛮有趣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种来到异世界然后打魔王，你喜欢这种剧情，但是又不喜欢太落于俗套的话，我觉得这个作品呢就是其中算是一个杰作啦，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觉得就是这个香格里拉开拓意境，奋作猎手挑战神作、哦、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们是想要在免费的平台上看，就是盗版平台上看的话，它的名字可能不是这一个，因为我讲的应该是台湾版的这个译名。那我觉得恋上换装娃娃也是最近这两季算是很受欢迎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cosplayer 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漫博啊 FF 啊，都有很多出现一些相关的一些爱好者，然后同人制作品。那所以我觉得我这边就不做特别的介绍，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它也是属于那种看了会让人有点心痒痒的。这个我必须要说，一开始因为这个开始流行的时候我有点不想去看，因为我觉得因为太多人在讲，我觉得这种流行的作品可能不见得合我的胃口。但我后来有一天无聊，我还是翻了一下，我发现啊，不得不讲，那个女主角海梦的确有一些聊到宅男心里深处的那种感觉，因为你难以想象，就是会有这种校园很受欢迎的美女，然后她突然之间同一时间，她也对于动漫画，然后对于游戏，然后非常的有非常深入的研究，然后甚至于呢喜欢玩 cosplay， 然后。你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你光是想这个组合，你心里就是会有一种哎呦，怎么可能，怎么那么开心？所以我可以认同看的时候内心是有一些满足感的，但因为太多人在讲了，所以我就不特别说了。好了，但是接下来慢慢会进入有一点点微涩涩的环节。那我觉得刚刚除了讲，我刚刚讲的是恋上换装娃娃这一部作品呢，它其实是给异性恋男生，我觉得是异性恋男生为主，然后呢去看的这种色色作品。但是我这边最近正好也看了一部，它应该算是 BL 系，有一点微色色的作品。我觉得当中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的内容，我之前曾经也介绍过不少类似的东西嘛，像譬如什么巨人族那个哈。但我觉得最近我看到一个叫做部长是圈圈圈 ，and 它有一个英文单字在中间哈 ，and 部长是人妖。这个名字有点怪了，部长是圈圈圈 and 部长是人妖。如果你觉得这名字太难记的话，我觉得你只要用部长是人妖这个关键字去搜寻，就可以找到这个作品。它简单来讲就是说，它是典型的那种 BL 作品，是指发生在公司行号内，就是所谓的会社内，大家都是所谓的会社员，就是公司的职员，然后之间彼此发生的故事。那男主角呢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但是他喜欢上的对象是他的男上司，他偶然之间发现他的男上司呢有男扮女装的爱好，他发现这个爱，因为那个上司他有时候是可能下班时间他会去一些人妖酒吧打工，他偶然之间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不知不觉的啊两个人之间关系越走越近，
然后呢，甚至于可能还发生了关系，像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以 BL 作品来讲，其实并不会太特别，这算是蛮常见的设定。可是为什么这个作品对我来讲是特别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所有的东西呢，都不是人类。譬如说像那个上司，其实是一只恐龙。这只恐龙，他画的还是孔武有力的恐龙，但是问题是，他居然喜欢换上女装。但他换女装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作者的画技是相当的不错，所以一只孔武有力的恐龙换上女装的时候，还有穿上高跟鞋，然后化了妆。你居然会觉得有一点可爱，有一点妩媚。然后呢，他跟他的这个男部属是一只小狗狗，都不是人类啊，都是一些动物系的作者。你会觉得有一种哇靠，哎、欸，你这已经不是，这超越了异性恋、同性恋、各种性恋。你在那一瞬间，你突然就只是单纯的看到一只狗狗跟一个恐龙在谈恋爱的内容。当你看到一个狗狗在跟一个恐龙谈恋爱的时候，你还会在乎他们是同性还是异性吗？你已经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了。这个故事其实就蛮可爱的，蛮有趣的啦，而且他们画的不是只是譬如说人的脸，然后长一只脚，然后就说他是恐龙，没有，他就真的是恐龙，也真的是狗的脸。所以如果以受控的角度来讲，它的危险等级是很高的。那如果你正好对于动物系的作品、BL 的作品，然后或者是有一点点甚至第三性跨性的这种作品很有兴趣的话，伪娘系作品很有兴趣的话，这个作品绝对可以满足你的喜好哦，很棒，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那我觉得我曾经讲过，到差不多现在晚上十二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喜欢看一些色色的作品去满足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会看的作品包含了像什么，有一个叫做明明就有男朋友了，这个作品我就觉得也不错。明明就有男朋友了，他大概目前可能网络上的连载好像到二三十话左右吧。那每一话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然后大概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女生，她其实有女朋友，可她还是跑去跟别人打炮的故事。有些人听了以后会觉得很生气，可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譬如说她可能是一个老师，然后她有男朋友，但是问题是她跑去跟她的学生然后呢，这个偷做爱，然后呢发生这个情况。如果今天是 A 漫的话，色情漫画、成人漫画，就是那种三分之二以上都是性爱场面的，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习以为常，甚至于是 A 片也常常发生这种什么跟哥哥、跟姐姐、跟妈妈、跟弟弟、跟老师，然后跟反正就是乱搞一通嘛，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逻辑言之成理。可当如果你是在现实社会、现实生活当中看到像这样的剧情，或者是比较偏一般像商业向的漫画，你看到这种内容的时候，你就突然间道德感会变很强，你会说：天哪，你有男朋友了，还可以搞乱跟别的男人做爱吗？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不可以发生这种状况。但是这部作品，他就是很理直气壮的讲说：我今天这个女生我是有男朋友的，但我就是。在某个时间点，我突然之间就有点像风流运势审查委员会的那种状况一样，因为因缘际会，我跨过了那条线，选择跟一个不应该做爱的人一起做爱。他的色情的描写大概跟 BL 系的作品差不多，假设是三十页的漫画，可能中间会有三到五页有性爱的场景，而且画得相当露骨，可其他都是在讲剧情的推演。这部漫画呢，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多一点剧情，然后呢最后也是有拳拳到肉的性爱场面的漫画的话，这部作品我觉得就是近期的佳作，而画风也相当的不错，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在这里也可以挑战一下你个人的道德界限，你是不是看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生气？如果你会生气的话，你就要问自己，你在看 A 片的时候你有同样的标准吗？如果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你就是一个伪君子，好不好？那我个人是看的还蛮喜欢的啦。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可以推荐的叫古间无双。古间无双呢，它其实是就是转身到异世界的漫画，可转身到异世界通常都是转身到异世界之后拥有超能力，然后打败魔王，大概像这样。可它不是哦，它是指说一个肥宅，他就是出了意外转身到异世界之后，他得到的超能力其实并不是什么会发射火球，或者是剑术很高，或者是 体力很强，或者是有什么鉴定能力，都不是。他讲的是性爱能力超强，只要跟他做爱，他的精液不但有治疗的效果，还有增加法力的效果，然后增加攻击力的效果，所以导致这个世界上不管是魔物也好，还是一般的什么女战士啊、女祭司啊，都会想跟他做爱，因为想获得他精液当中的神奇力量。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这个肥宅
这个肥宅基本上这个漫画从头到尾都是没有什么在穿衣服的，因为他一直在忙于跟各种不同的女性打交道，所以这个古坚无双的故事呢，如果他有因为他又有一些荒，他不是只有 色情性爱的部分，因为他跟我刚前面讲的那种软性色情一样，就是三十页的漫画里面只有三到五页是色情啊，其他都是剧情推演，所以最主要还是看那个荒唐的感觉到底是什么。那我必须要讲，他真的是蛮好看的，不是单单看色色的而已，因为中间有一些地方真的我看到都笑出来，就是觉得太荒唐了吧，你怎么在搞这个？但我不要讲破坏大家的那个兴奋感，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古坚无双，古是屁股的古，坚是中间的坚，古坚无双。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叫异世界不伦勇者，这也是我近期看这种奇幻类的故事当中，我个人觉得蛮精彩的。不好意思，今天直播真的拖到比较晚，我感觉到全身真的是很抱歉，我其实很想去，很想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还是觉得我就把今天的节目给做完了，也快完了。异世界不伦勇者，异世界不伦勇者呢，他就是在讲说这个世界魔王已经 打爆了，然后呢勇者卸甲归田，那勇者通常都会组一个小队嘛，可能有除了勇者之外还有什么女战士，什么女魔法师，哦，一堆人哦，然后大家一起去探险。他那个队伍其实是这样，勇者一个女战士，然后再加一个女魔法师，然后再加一个男祭司，男的僧侣，哦，就是负责补血的，这样的一个队伍，然后打败了魔王。打败魔王之后呢，回到社会，然后卸甲归田，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工作。那勇者呢就跟公主结婚，然后那个女战士呢就跟那个男祭司结婚，哦，大家都各自有了婚配。但是没想到其实在这段旅程当中，其实那个女战士一直都喜欢那个男勇者，她跟温柔而且爱她的这个 男祭司在一起，其实只是一种补偿的心态。后来那个男祭司因为生病的关系提早过世，所以这个女战士就变成了未亡人，然后呢慢慢的大家都变成了中年人，但是那种风味犹存的那种风韵犹存的这种熟女。然后呢这个勇者也迈入了中年，没想到有一天大家互相发现，欸，天雷勾动地火，于是两个人就在这个皇宫里面就大搞了起来，于是就变成了这个不伦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故事呢，因为它描写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切入的角度也算很新鲜。那如果今天大家想看一些这种色色的内容，然后呢又牵涉到一点点不伦的禁忌感，哦，我觉得这是近期当中真的是最棒的一个佳作，而且它还带有一点奇幻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是好看的。而且 它并不是那种只有做爱没有剧情的内容，是有一些很好的剧情推演的这个作品，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哦，就是这个异世界不伦勇者，也是我最近在半夜的时候可能会偷偷看安慰自己的内容。好啊，那今天呢色色的漫画差不多讲完了，我最后呢再分享两样东西，就是我最近其实不是曾经讲过吗， R18 打抗的那个事件之后，其实我就没有办法再去 R18 打抗呢去看这些我本来在看的一些日本 A 片，我后来去游历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什么 OnlyFans 啊 Patreon 啊，然后还有一些各大大小小的盗版的合法的色情片的一些网站，我看了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还包含了台湾的一些 A 片厂商，哦，他们的平台我甚至于有的也订阅了，然后看了一些里面其中的内容。我最近其实但看了很多啦，有一些我也觉得不错，不是只有一两样，是很多，因为我真的看了很多。但是我这边就今天的最后我就推荐两样东西就好。第一个东西是台湾有一个平台，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收人家业配，所以我也不要特别去讲是什么东西，大家自己去想办法找一下。但简单的来说，这个平台呢，它跟台湾的一个网红叫米莎有合作，然后它出了一系列米莎可能监督、监制或者是导演的一些 A 片。我必须要讲，因为米莎其实大概在一两年前开始就开始导很多 A 片，看起来从中也赚了不少钱，然后也时不时的会客串其中一个角色，但是不包含性爱的层面。然后呢，也会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上分享他制作 A 片的过程，俨然成为了这个领域的一个代言人，那真的是很恭喜他做得非常好。然后但是大部分他的 A 片我觉得都不好看，
像比如说之前不是有做过鱿鱼游戏吗？哦，也是他有鱿鱼游戏，大概在台湾有两三个不同的片商都有做，然后他是最早做的那一个，然后那个时候也引起了很大的一个流量。那可是我必须要讲，我觉得米莎导的 A 片大部分我觉得都不好看，因为我觉得他，我觉得也不怪他，那是原罪，就是他是个女生，女生就是没有那么懂男生想要看什么，他可能有一些梗是有趣的，可是我觉得他其实没有真的骚到痒处，所以我觉得他的 A 片就是有话题，但是我觉得不特别推荐。但我一直到最近这几个月，我突然之间看到一个米莎系列的作品，那个系列的作品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在，我猜测啦，是在模仿香港的那个最近在这个网络平台上爆红的一个 A 片女优，就是戴口罩那个叫什么什么人形的，我突然忘了她的名字，反正有一个香港的AV 女优，她平常就是算是拍 A 片，可她都固定会戴口罩，没有给大家看就是完整的长相，不管是因为他为了可能个人的隐私还是其他的因素，还是觉得这个造型特别好看，但他拍 A 片的时候一定都会戴口罩。然后米莎有一个系列的 A 片，就是全部都是戴口罩的女优，然后他用编号都没有名字，001002003004005006，一路出到什么007008009之类的吧，好像008009之类的，反正很多了，这个系列有很多的人，绝大多数我也觉得都还好啊，就是很普通的 A 片啊，戴着口罩嘛，也没什么特别好讲的。但是有一个例外哦，玩偶姐姐，玩偶姐姐，对，玩偶姐姐 Hong Kong Doll， Hong Kong Doll 有一个我完全我看到瞠目结舌，应该是006006，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去找找看，006好像只有出两支，因为很多里面的什么003004都出了很多支片，但是006好像只有出两支还是三支，我一看到我就中欸，因为老实讲戴着口罩你很难说他真实的长相是怎样，我之所以会有一种完全中到的感觉是因为眼神，他在演出的时候虽然你看得出来他是为了配合 A 片的情境在做演技，可是他的那个演技是说服我的，他从头到尾他眼睛要不然就是看着 AV 男优，要不然就是看着镜头，他的眼神是有在说话的，是有故事的，是有演技的，他不断的在从那个眼神当中想要告诉不管是 AV 男友也好还是镜头前的观众也好，我在取悦你，我现在很努力的想让你知道我很专心在做爱这件事情上。很多 AV 女友在拍片的时候常常会闭着眼睛假装呻吟，然后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可是你都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他并没有喜欢这件事情，可是没有这个006从头到尾眼睛都没有闭上，他都是在看着那个跟他一起配合演出的人，要不然就是看着镜头外的观众，那一个眼神完全说服了我。我后来疯狂的在网络上不断的找006还有没有其他的作品，我都没有找到，我就只有找到那个少少的两三片，但是那两三片我真的是一刷再刷，刷了好几个晚上。米莎说老实话我也是有一点点认识的，大家再怎么讲都是在网红圈里面，偶尔在一些活动场合也会遇到，也会讲两句话，我超想传私讯问他说还有没有别的006的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006到底是谁，可是我知道我讲了就噁了，你知道吗，就噁了，这表示你对这件事情有一些真正的幻想，你已经不单单的只是在看 A 片而已，你他妈就是色心起了，所以我没有问，我到现在都没有问，我现在公开讲这件事情，我公开讲我就更难问这件事，但是我干，我真的啊，006真的不错，我喜欢哦，我只能说这个稀世的珍宝也许就是因为这么的稀奇，所以只拍个两三片就不拍了吧，哎，好啦，就是这样跟大家，等一下，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没有要表达什么，我只是单纯的想表达对006的敬意，就是他是谁我真的他妈不知道，没有要知道，不用跟我讲哦，不用跟我讲，但如果你真的就是觉得很感谢就是说我这样的称赞，然后你想私下跟我说一声，我也是 OK 啦，但不用做这件事情，不用做这件事情好不好，
我只是想表达一下，就是说在原来在台湾的 AV 女优，我以前都觉得，你看 Swag 看麻豆，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女优他妈就是都是一些烂演技，然后呢在那边咿咿哦哦，他都没有真的让人打进心里面。不是说没有美女哦，台湾的 AV 女优也是有不少美女的，可是我觉得都他妈就是没有演到我心里去。我第一次看到演到心里去的啊，就是006。我跟你讲，我真的真的真的就是那样，就是我觉得他很棒。好啦，然后呢，另外就是我在我们回到正题好不好，再讲一个，就006之外，日本的 AV 女优，其实我最近这几天才有一个观众他私讯我，就说他是个女生，他就说我知道你不会喜欢年轻的女孩子，你都喜欢像王彩华那样的大姐姐。我这点要跟他强调一下，的确我曾经说过，我觉得王彩华是非常的有魅力哦，大姐姐。我也的确常常觉得称赞，就是说啊，我觉得有成熟魅力的女生我最爱，聪明的女生我最爱，这都是真的，我没有骗人。可是不表示我不喜欢年轻的女孩子。事实上，我以前的确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年轻的女孩子，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因为自己都逐渐迈到了40甚至快50岁了，所以迈入中年之后，你突然之间觉得青春的活力的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价值。所以我其实是有喜欢年轻女生的。我最近看 AV 女优，不知不觉的有一些年轻女生的这个片子我越看越多。那我最近这段时间哈，这在 A 片网站上流浪的时间，我偶然间看了一个我以前本来不会看的 AV 女优，但我越看越喜欢。这个人名字呢叫花手舞，花手舞呢，她就是一个看起来楚楚可怜的女孩子，然后她大部分都是演一些女学生或者是年轻太太的角色。那因为她的长相真的是非常的恰如其分，然后略带有一点透明感。哎，我跟你讲，我觉得 AV 女优要有透明感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再怎么讲，演 A 片嘛，大家就会觉得哇，直接就是跳入这个社会的大染缸里面，所以绝大多数的人，你觉得就算她说酒色财气样样都来，你一定都不会觉得奇怪。所以你要讲什么像偶像一样的透明感，怎么可能？这太难了。但是我觉得花手舞，真的真的是有一点的，是真的还是有的，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件事情。所以当他在演女学生，然后演年轻的太太，然后呢演他们在这个性爱的过程当中，然后呢略带一点胁迫，但是最后又逐渐享受的这个状况，你都会觉得充满说服力，你就会觉得哦，对对对 ，yes， 你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花手舞是我最近可能特别喜欢的一个 AV 女优。那我最近一个看她有关的片子呢，我这边就分享一下她的番号 MUKC020， 好不好 ？MUKC020。那我在这里就推荐006跟花手舞作为今天晚上呢陪伴大家度过夜晚的这个好方法。好了，夜深了哈，该睡觉的人就去睡觉。这首歌 Gustavo，Gustavo，G-U-S-T-A-V-O。大家 chill 一下，这是一首 chill 的音乐。Thank you.
要准备结束咯。今天最后呢，其实会最后念一些观众的抖内，但是今天的观众的抖内并没有太多，所以很快就会结束了。 Yes， 我修好麦克风的声音了。刚这首歌 Gustavo G U S T A V O， 我刚那个声音一定要剪掉。刚那什么？我刚居然在打嗝。呼呼呼 ，Gustavo。然后呢，小罗的废片频道说：“哎，郭老板晚安，好，我有个朋友是高雄的独立歌手，叫王丽妍，这礼拜在高雄、台北、台南有小巡回表演，可以帮我祝他演出顺利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欢迎播，哎，搜寻王丽妍粉专会有相关的讯息，好不好？”好了，谢谢小罗的频道哈。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对于独立歌手王丽妍有点兴趣，或者是你单纯的是想找个音乐场合来听听，在周末的时候欣赏一下啊，搜寻一下王丽妍，好吧？尤西卡说：“郭老板跟大家晚安，我是君远，明天7月15号是我的生日，希望你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君远生日快乐。那另外我有经营 podcast 跟粉专哈，我一直相信有一天可以跟郭老板一定有机会可以变成一起讲干话的朋友。我先讲哈，其实真的可不可以跟我变成讲干话的朋友哈？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因为你很出色很特别，或者是你的 podcast 很多人听，这跟这真的没有一点关系。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缘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上有趣的人其实很多，然后也不是每一个人最后能够走在一起。能够走在一起是怎样？是因为你机缘巧合，你们遇到了，然后聊天聊的这个很契合，所以最后才能够大家觉得走在一起。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像李依晨就是。李依晨是一个，我个人观察，他会很刻意的、主动的去交朋友，他会觉得这个朋友值得交，于是他就跟他交朋友，然后主动跟他约说：“来，我们一起约吃个饭。”他如果发现，譬如说 A 朋友值得交，他就交 ；B 朋友值得交，他就去交 ；C 朋友值得交，就去交。但如果他发现 A 朋友不跟 B 朋友、C 朋友不太能相处的话，他就会开始逐渐的把他们分开来，分成一群一群一群的，然后他自己会去经营。所以他有好几个不同的群落，这一群朋友只会在一起，这一群朋友会在一起，这一群朋友会在一起。他每天都在经营像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像这样的人呢，这种花蝴蝶，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少见。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都知道，其实李依晨啊，他对人都是真心的。但是，哦，该怎么说呢？他是一个经营的。他是一个经营的状态，是一个经营的心情，所以跟一般人交朋友的状况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自己的观察啦。那所以我刚刚就跟我要跟尤旭卡讲，那至于有没有机会可以跟邱威杰跟瓜吉，然后呢在那边讲干话，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哦，我没有觉得他可以不可以，或者是难度有多高，这真的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有没有机会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场合遇到我，然后呢你那个时候你有跟我讲一些我们觉得我们当下不是只有我而已，是我们当下我们突然间觉得彼此聊得很开心，于是我们觉得说我们以后一定要再约一次这件事情，
真的是看缘分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好，所以你也不用把自己的 podcast 录得很好这件事情，或者是得到很多流量，当成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这真的不重要。千炫说：“恭喜呱吉新资料夹即将100集哈，谢谢你这么用心的，每个礼拜都带来优质的内容。我只想说，有你的陪伴真好，谢谢。我跟你讲，我真的要讲一件事情。常常会有观众讲说：‘哎，我觉得以前好像录的比较用心，是不是最近都不用心？’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会很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以前新资料夹，大概前我以前有解释过，前30集什么的，我们大概都是乱录，随便讲一些找一些新闻，然后直接就开录，根本没准备。”我们几乎现在每一次都准备的比前一次还用心，你知道吗？我们都会想很多，而且不是只有我，包含彩玲在内。彩玲其实哈，连准备题目这件事情，她的方法都是不断的在改进的。所以我觉得，当有些人跟我们讲说：“哎，我觉得你们以前比较用心。”我心想说：“你假卡拜。”但是我跟你讲，有没有可能以前比较好听，现在比较不好听？我觉得个人主观可能这个判断可能也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的确以前刚开始录的时候真的是乱录，有些人就是喜欢那种乱录的感觉。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最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它有一个很难的地方是，我们常常在录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创作，比如说拍影片，我们一开始是乱搞，因为反正也没有预期会有多少人看，也许3000人看，也许30000人看，不重要，但是我们就是试试看嘛，所以我们是很轻松的。可当有一天不是30000人看，是300000人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觉得说，干，要维持这300000人的成绩怎么办？压力好大。如果我做的不好，是不是他们就会弃我而去？所以大家的心理负担变大，我们不断的把这个节目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复杂，然后制作的品质提越来越高。可事实上，观众可能挑剔的毛病却又变得 更多。能够一直坚持着，就是可能3年5年一直不断的做下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知道我今天做网红这一块。这一块产业其实已经超过5年，即将迈向第6年了。在这过程当中，多少曾经爆红的人，现在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原因是什么？因为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自我比较，跟他人比较的过程当中，迷失自己。这过程超级痛苦的，能够一直撑下来，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都要不断的超越自己哦。就这样，我觉得工作没有什么都没有容易的。好了，这边有一个"干"这个字，怎么这么难念的？这个字也太难念了吧 ！Scirocodidi nothing wrong, cyrical ding nothing wrong。好 ，OK。他说：“呱吉你好，我是录播的听众哈。那之前这个，哎，等一下，之前听到你某两次直播中放了2首西园健一郎的歌，我作为粉丝很开心。但是放完你都会煞有其事的介绍，这首名叫 Kenichi Long。”这是我都会气到不行哦！第一，日本叫做 Kenichi Long 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你说健一郎根本没人知道他是他妈的健一郎。第二，西园健一郎是一个他妈的作曲家，你放的那几首都是他写歌，然后 feat 别人唱的，所以演唱者根本就不是他，好吗 ？Take my money and can woo please。好了 ，OK， 好，我这个，因为我先要讲，我都是在我对他不是那么的了解，我是在串流平台上。哦，听他的歌。那串流平台上对于创作者的描写就是这么写的，所以我对他的认识也仅止于此，这点我是说个道歉。所以我们刚刚讲 Kenichi Long， 我之前应该放过2-3次他的歌，像是之前有一首Mature Opinion， 成熟的大人的态度，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他啊。他的名字叫西园健一郎，然后就这样。好，我不要解释太多，越解释越容易出错。好啦，然后 Jack 徐说：“板娘赶快去睡，不要理威姐。”好啦，大家都赶快去睡了，不要理我。我跟你讲，就算只剩10个人，我都还是会把这边的东西给念完哈。然后呢，真的，大家不要觉得我现在已经不记什么东西了。大家不要为了我这边硬盯哈，莫名其妙，真的不用。Ken 毛说最近要到信义工作哈，有想要租屋。知道瓜老板以前哈是租吴兴街，想要问瓜老板有没有跟吴兴街价格相近或便宜的物件。什么啦？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啊？但我跟你讲哈，信义区是一个很有趣的区，就是它的价格落差非常大。如果你今天是在核心区域，譬如说我随便举例，譬如说你知道就是百货公司那一带，哇，那房子可能是贵到一个靠北的地步。尤其是那一带有一些小有一些新建筑物，里面有一些套房，可能都做得非常之豪华，所以可能一坪的要价就3000块钱以上。譬如说5坪的房子。哎，3000块可能还太少哦，可能还不止哦，可能5坪的一个小套房，小到一个靠背，直接2万块就下去，
你可能根本就是觉得看到都 头痛。所以在那种地方，其实如果你有价格考量的话，你铁定租不起。可是你知道吗？信义区也有一些贫民窟，便宜到一个不可思议，因为它他妈就是超烂，就是那种 很古老的那种 老国宅，那种几四十五十年前的那种老国宅，那种东西又变得非常的那种集合式住宅，然后它又变得非常之便宜。还有一些信义区哈，如果你到 山上，其实那山上也没有很远，如果你有交通工具的话，你也可以考虑，就是你可能离101。就是那种信义区和核心区域大概只有10到15分钟的车程的距离，其实就有到 山上，它那边有一些社区房子也相当的不错，邻居呢水准也都很高，在那边住齁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是他妈那边没有什么大众运输工具，有公车啦，但是可能班次都没有太多，所以你有个人交通工具是最好的情况，所以信义区大概是这样，好不好？哦，推荐你，推荐你啊。什么高伟霆说易座为什么明天要质询还不睡，我也想知道。好，谢谢伟霆的关心，谢谢伟霆的关心。好了， AWW Rated 说怪奇物语4好赞啊，8090武汉真的是最高，好喜欢今天的主题， BTW 冰箱味的形容词已经笔记。对了，我觉得冰箱味的这个形容词是真的是蛮好，冰箱味真的是表示说这东西也不见得真的不可以，它的本质是好的，可是他妈就是已经有一点沾到了古老的味道，哦，就是不是那么的纯粹了，大概是这样。然后呢，这个 GELAGEGE5566 陈，哦，他说国体法之父教阿巴推推，哦，八万跟维泰，哦，国体法之父教阿巴，他刚刚是讲刚刚的副秘书长了，八万跟维泰辛苦了，见证老板绕赛日常，最后靠北郝龙斌柯文哲还我中山足球场，干。好，这是刚刚这个之前足球直播的时候所提到的内容，我真的觉得很抱歉，今天的直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他妈很想自杀，我想杀人，自杀 都想，我想去死。洪玉忠说：“瓜吉你好，今天是 AB 的生日，可以帮我跟他说声生日快乐吗？一个人在台北工作很辛苦，尽管隔着时差，但我们都要继续加油，期待下次见面的那一天。那我就跟洪玉忠哈，这个帮洪玉忠跟 AB 说一声生日快乐。然后呢 ，JIU 说终于再次跟到直播，听到瓜吉的声音就颅内高潮。上周呢，边开车边踢重击那段，听到 W800 那里笑到车差点飘走。瓜吉 YYDS 哈，好了，谢谢 JIU。”那这个目前 W800 呢，我还是骑的，每天都骑，骑得很开心，没有出任何的意外，所以好，谢谢大家。而且我觉得我之前哈，虽然一直在倒车，倒着倒倒倒的东倒西歪了哈，但是我现在真的已经都知道美感了，所以我现在最近哎，不管是牵车也好，还是骑车也好，都很顺很稳哦。谢谢大家。熊说感谢呱呱，今天又是个美好的周四，这个直播辛苦了，干杯啊！谢谢熊。然后这个芬妮说晚安，瓜老板，周四有你真愉快。BW 棋子真的是哎。超好看，芬妮应该是之前有私讯来问我说最近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好看的书啊，好看的漫画，啊，当时我就想了一下，我就推荐他说我最近有看了一个东西是手冢治虫的棋子，啊，我刚居然没讲这个东西，手冢治虫的棋子啊，哦，奇怪的棋，然后儿子的子，好看，好看的漫画，经典。然后阿 Sir 徐说终于回到家了，今天鸟事一堆，等等还要继续处理上班的事，能请老板祝我明天时来运转吗？另外期待明天的精神粮食，这个新资料夹。好啦，阿 Sir，这个祝你明天时来运转，其实也是今天，因为已经到了今天了。邱于燕说，哎，老板晚安，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晚安，哎，今天7月14号是我的好友 Joy 的30岁 JOEL30岁的生日，可以请你帮我跟他说声生日快乐吗？并且祝他跟女朋友 Sandy 长长久久。谢谢老板，老板好帅。Joe，哦，祝你生日快乐，也祝你跟 Sandy 长长久久。然后呢 ，Colin 黄说，我依稀记得老板喜欢 Shaun of the Dead。刚刚听到这个 Mike Myers， 我就想到 Edgar Wright 另外一部作品《Baby Driver》哈，里面有一个笑翻的片段是 This is Halloween Mask， 意思就是他们原本打算戴 Michael Myers 的面具，就是电影《万圣节》里面的这个杀人魔抢银行，同伴搞错，最后变成戴着 Mike Myers 的这个面具啊，我有看这片，我想起来了，我有看过这个桥段，对，因为这个有点，这个有个老恐怖片，就叫做《月光光心慌慌》，
应该是这部片名吧。然后里面的一个杀人魔是会带着一个有点像人皮面具的东西，他名字叫做 Michael Myers。但是问题是，正好有一个喜剧演员，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演 Austin Power 的是 Mike Myers， 所以他在这边讲的是一个有点像谐音梗的东西了哈。艾米丽琳说：“哎，呱吉晚安，加班的夜晚有呱吉的直播陪伴真好，也谢谢艾米丽琳。”然后写，然后呢？张台修说：“哎，呱吉晚安哈。国中的时候第一次因为看了男神精力汤来开始关注上班，不要看。那升上高中，每天搭公车上下学的时间都是听着新资料夹跟直播存档度过。如今已经高中毕业，明天就要满十八岁了，可以请呱吉祝我一生生日快乐吗？”好了，台修生日快乐哦。然后呢，多米肉人巨大多罗说，第一次直播听到瓜粉说早欧美早期的恐怖片都是实体的杀人魔比较多，我听到后就觉得一定要推荐80年代的美国惊悚片《录影带杀人事件》，完全的概念性惊悚大卫柯能堡的片绝对推荐。哇，多米肉人巨大多罗，你会喜欢多米多罗，但是居然还能够看大卫柯能堡，不得不说你的兴趣算是非常的广泛。但是大卫柯能堡的电影其实我也很喜欢，前阵子其实有电影片商把大卫柯能堡几部片，像是裸体午餐啊，然后什么超速性追气令啊什么的，全部都拿来就是复刻重新上院线。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去看啊，但好像录影带杀人事件是没有放出来的，但大卫柯能堡是真的相当的不错，我个人也很喜欢。藤原拓洋说，上次直播抖内是给社会弱势跟边缘人，我有赞助给我自己，那今天的抖内会给社会边缘人吗？没有没关系，这次给你。那我们谢谢藤原拓洋，谢谢你，谢谢你啊啊！我下礼拜再准备，我说过我要给大家看收据嘛，对不对？我下礼拜拿收据给大家看，没问题的。然后呢，欸，我是不是有人的没念到？有人说什么 KYRA 我没念到， KYRA 是公三小，我没看到啊，等一下有吗？每年都会有人说，欸，怎么没念到。然后热气巴萨拉他说 G-Man Government Man 就是美国联邦搜查局 FBI 直属的这个搜查官的俗称。那日本 Death 是麻药什么啊？反正简单来说，就是秘密搜查人员的意思。麻药搜查官吗？那不是 A 片的内容吗？那不是 A 片吗 ？A 片就有麻药搜查官。但是七巴沙拉的解释，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也是跟 G-Man， 就是刚讲说的秘密搜查人员，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没有吧？没有吧？就是里面这个作品没有这东西啊，不知道什么意思。那热气巴沙拉说：“欸，不要放弃，别在意，再试一次。”好，我们已经试到底了。鱼说：“哎，终于在稳定情绪之后，赶上你最后的直播。我有工作上或者是人生上的烦恼，我已经提离职了。那最后呢，还有一些工作时程要跑完，但我真的一刻都不想要再面对这份工作。明天却还是要继续上班。我只要再忍耐两个礼拜就好了。我这么告诉自己，但其实我已经忍耐了三个月。然而在解脱之后，又要步入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痛苦。看见大家都很开心的看你的直播，觉得好羡慕。”抱歉，把不好的情绪都传出来了。总之，就这样。谢谢你每周的陪伴。我想跟雨雨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多观众可能真的是抱着开朗、开心的心情看我的直播，但是有没有人是抱着不愉快的心情看我的直播？其实也不少，因为有不少的观众都会在私下传私讯给我，讲述他们心理上面所面对的各种困扰。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类的人其实并没有很稀奇。所以我也希望你不用觉得自己是很奇怪的。然后没有跟你一样有困扰的人很多，而且事实上今天我在做直播的当下，我这个礼拜的整个礼拜的心情都是偏低落的，相较于前两个礼拜比起来。因为这礼拜为什么礼拜三开议的那一天呢，我就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很多的创伤，我都会很想干脆 一枪打死我算了，我还做什么他妈直播，你知道吗？真的是。但是因为这个礼拜我本来就预定不想要讲一些政治的事情，所以我打算忽略我礼拜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它其实是一个很曲折，也算是有点意思的故事，但不重要了。我决定这个礼拜是完全忽略了。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你觉得心里有些负面，这是正常的，千万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那炯炯说：“欸，谢谢瓜老板签名，让他从一张缴完的罚单变成有纪念意义的罚单。那张测速摄影机的角度，我真的很喜欢。”好了，炯炯齁，因为我今天去一家游戏公司，然后拜访我的朋友。
那个游戏公司的老板是我的算是老朋友。那结果呢，有一些他们的员工就拿着他们的一些私人物品请我来签名，其中就包括一张罚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拿罚单来给我签，他可以拿随便一张白纸都好，但他选择拿罚单。哦，现在我终于知道原因了，原因是因为他觉得那张照片很特别了。好，然后 Every Fan 说：“哎，呱呱辛苦了，中间小落赛，但别不开心哦。哎，我已经刚不开心了，怎么办？很庆幸在这个时空里有呱呱开直播，然后散播欢乐，散播爱。祝福你这周呢心情愉快，希望你能帮我集气一下，帮爸爸哦，让爸爸下周手术顺利平安。好了 ，Every， 哎，我希望你爸爸下个礼拜手术平安顺利，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给他集气帮忙一下。哇，刚刚宝宝在外面打呼，哎，那声音好可怕。”超大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比了对，他从冲很小，真的是一个老太婆了。好了，抖内快念完了哈，最后几篇。酒杯中的秘书说，有瓜在的加班心情比较好，希望可以在走中奖上呢见哦。好，我也希望如此。走中奖呢，我们应该理论上，如果规划没有问题的话，应该至少会释出2000到3000张的票。其实我们应该座位就是可以释出给观众的票，应该有3000张。可是因为牵涉到这个场地，那个场地哈，有部分的位置观赏的体验不会那么好。我们有点怕说我们释出，虽然是免费的，也没什么好抱怨。可是可能观众会觉得说，干怎么这个声光效果的体验不是太好？所以我们有点在想说，有一些那种比较不好的角度，我们是不是要就不开放？所以我们还没有决定最后开放的这个座位数量了，就是对，没有，因为也许有些观众觉得说声光效果不好没关系，反正我能够到场参与就觉得很爽，也可能有像这样的观众，所以我们还没有决定到底，但是可能就是2000到3000张左右，那大家记得去注意相关的一些讯息，好不好？然后香香又色色的，香香又色色的，他说。半夜听瓜老板讲香香又色色的东西真的很赞，我的偶像卢广仲今天生日，明天开演唱会，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并且演出顺利吗？耶、yeah, Rock， 卢广仲会在意我有没有跟他讲生日快乐吗？因为通常来讲很多人都会说，哎、欸，你可以不帮我的哥哥讲一声生日快乐，因为我哥哥是你的粉丝，所以我讲你一定会很开心。可卢广仲可能根本就不在乎我是谁，所以我不知道这有没有意义，但我还是 OK 啦，好不好？我们就说一声这个卢广仲生日快乐。宏达电的宏哈，哎，这也是曾经出现过好几次。修好麦克风结尾又放好歌 chill 哈，呱吉直播最赞。最近新工作很心累，那可以提前要个祝福吗？阿宏，我下礼拜三这个20号生日，谢谢啦。好啦，那就跟阿宏说一声生日快乐，谢谢你。然后阿 Sir 徐说新资料夹超赞啊，呱老板明年会看到我 Spotify 收听10万分钟。天哪！大家要是来比这个就对了。好，反正就是我们上次有分享一些就是收听分钟数特别高的一些听众嘛，对不对？所以这边是有一个要挑战10万分钟的阿瑟徐哦，厉害。世子说艾尼亚被罚2500万真爽，还是希望质询一下，那而不是名人受害哦才有人质询。好了，这个问题我研究一下哈。可是我觉得只要有很多人有关心这个问题，而我关心的东西呢又没有办法有更独特的地方的话，其实我这边也不一定啦，我这个要跟你讲一下。 Jack 胡说谢谢呱吉坚持到底，辛苦了，期待新资料夹100集，好，大家一定要听哦，新资料夹。蔡佩轩说呱老板可以帮我跟17号生日的鳄鱼子说一声生日快乐吗？虽然他开始听呱吉直播已经一起听了4年了，虽然他都会听到睡着哦。好，那我就跟鳄鱼子说一声生日快乐，那我相信现在你铁定是睡着了。那最后一篇哦，钟佳琪他说：“亲爱的呱吉，晚安。后天16号，就是我的生日，可以提前对我说，今天晚上种种状况辛苦了，恭喜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吗？谢谢呱吉哇艾丽。好，那我们就跟佳琪哈、哦，他已经把歌词都写出来了，这是香港版的生日快乐歌，我不知道我唱的对不对了。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要今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
好啦，刚刚就是我不知道我唱的对不对啦，希望我唱的是对的哈。如果唱的是错的，你们也不要怪我，我要跟大家说晚安了。Kira Kira 什么？他说昨天生日。昨天生日的 Percy 生日快乐，这是值得纪念的一日子，因为一年来只有一天你跟我是一样老。那很感谢你一直以来都跟我们放学哈。然后呢，伊嘎努许开入戏什么？有大爱去包容，然后我都无数的抱怨。还有习惯拿起一的时候，你明明还在考试，还义气陪我去深水哦，这是香港朋友啊，去买布。好了，看起来 Percy 就是好一个好朋友，很赞。我就跟 Percy 说生日快乐。好了，晚安，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比如说，哎，呱呱，我刚刚去看电视，没想到你还在播。好了，晚安了。好了，拜拜。哎，我根本拉错条棒。我要渐弱，我要渐弱的时候，发现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拉对。难怪我心想说，怎么搞的，声音都没变啊。哎、欸，我他妈真的是笑死哎、欸！好了，今天晚上不能骑摩托车了，我要。